好，谢谢。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开会哈。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105年11月30日星期三，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拟具电业法增订第56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7人拟具电业法增订第65条之二条文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高志鹏等51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案；五、审查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9人拟具电业法第6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六、审查本院委员张立善等27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案；七、审查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电业法条文部分修正草案案；八、审查本院委员王惠美等16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案。电业法本日仅进行询答，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这个开始进行这个各位委员以及行政院版的这个电业法修正的这个提案的这个要旨说明。那基于尊重本会委员，我们先请刘建国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刘建国委员不在哈，那我们先请郑运鹏委员说明提案要旨。郑运鹏委员不在哈，我们先请高志鹏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主席、部长、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要修电业法，其实已经晚了20几年。电业法的修正这个议题，其实在20几年前就已经被提起，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修正，来真正的达成能源的转型正义。总算今天在经济委员会要第一次的正式就电业法的修正来做讨论，虽然比较晚了，总是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么多年，电业法的修正一定程度受到传统能源业者，包括台电工会的阻挠。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能源的转型正义？台电已经垄断台湾的电业有69年，将近70年。我们当然要对台电历来的员工的劳苦功高表示敬意，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就是造成目前各种再生能源的成长被扼杀，以及造成台电本身没有效率的元凶首恶。所以是不是能够自由化，就在于电业法是不是真正的完整的修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的修法，行政院还是屈从于台电工会的压力，提出了一个我们只能说它是四不像的版本，勉强说是让绿能先行，可是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这样半套的做法，最后还是没办法真正的让绿能能够蓬勃的发展。台电的员工其实也要体认到，这样的做法不是真正维护你们的权益，尤其占台电工会最大多数的输配电的员工，你们其实应该想想，最劳苦功高的是你们，最辛苦的是你们。但是如果连厂网分离都做不到，如果不能真正独立成为一个输电或配电的一个公司，怎么去计算你们的辛苦？怎么去让人家知道你们所付出的血汗啊？其实远比发电部门，甚至远比这些经理人员来的更需要被嘉奖，更需要被鼓励。可是现在这样的做法，变成就是一个大锅饭的想法。现在这样的做法，其实
还是会隐藏未来台电在很多包括馈线包括一些回路的建设上面的拖延的理由，来使得再生能源根本没办法有合理发展的空间。前行政院长张善政讲过说，转型正义不能带来任何 GDP， 我要借这个机会再重申一次，他说错了。我们看到不管是 Google 不管是脸书，都曾经想要在台湾设厂，却因为没有纯粹的绿电而打消。如果我们能借由电业法的修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让绿能能够发展，能够在台湾有纯粹的绿电，能够让这些知名的大厂能够在台湾投资，那怎么会说不会带来任何的 GDP 呢？我们更要提醒各位的是，不管是各种节能减碳的国际会议所造成未来的影响，以后如果这些大厂包括苹果，他认为他不要跟没办法纯粹没办法提供纯粹绿电的鸿海来下订单，那么它所影响的 GDP 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要讲再强调一次，能源的转型正义是这么的重要。期待这一次即便没办法完全照我的版本，也请有关单位包括经济部包括台电好好的深思这样的想法。或许为了能够让电业法这一次能够顺利修法，行政部门做了太多的让步，至少请认真的思考，让县市政府能够成立小型的综合电业公司的这个修法的方式，让未来的县市政府能够有所参与，让未来整个区域的电的一个分配能够得到合理。好，以上是我的草案说明。好，请就交于各位，谢谢大家。好，谢谢高委员。接下来我们刚刚郑云鹏委员跳过了，不过还是郑云鹏委员，你赶快要简短了，因为后面人家提案人来了。好好好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来做提案要旨说明。没有，蒋乃馨委员不在哈，请张立山委员来说明提案要旨。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官员哦，那本席今天也提出整个电业法的修正版本哦。那最主要呢，我们在七月份看到行政院能源局提出的版本，以及有几位委员所提出的。那当然呢，我想我最主要是怕这个台电公司啊被严格的分解啊，一分解成四，好，那现在是一分解成二了哈。那我提出的版本呢，大概基于某种的这些重要的原则啊，因为电力呢是属于重要的民生必需品以及经济发展的基石，所以呢，针对电力的稳定供应及电业的永续发展，攸关民生需求、产业竞争啊、环境保护以及国家安全等前提呢，提出电业法草案的修正版本。那立善认为啊，本国是属于海岛型的孤立电力系统，且缺乏天然能源矿产，在此特殊地理环境以及能源条件之下呢，进一步推动电业改革必须予以周延的规划设计与完整的配套机制，如此才能兼顾稳定的这个供电，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提高环境保护以及完善经济体制以及维护国家安全。那为何为配合啊国际能源发展的趋势及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组织的要求，那我国呢是将进行能源转型，调整初级能源占比，并逐步的发展再生能源，以透过电业法的修正，针对我国电力结构与电业发展提供更多元且完善的发展空间。那根据呢 OECD 各国的统计数据，即使经济动能趋缓或负成长，电力需求呢能呈现成长的趋势。从1990年到2010年 OECD 主要国家用电的平均成长率为 1.76%， 即使是被称为失落20年的日本，在有效节能减碳政策
及提升电力效率之下，其用电呢能以每年 1.31% 的成长幅度呈现。那2007年呢到2015年，台湾平均用电成长率为 1.3% 了，显见国人对于电力的依赖日益的趋升。那发展绿能，善尽国际责任为全球的趋势，以针对绿能产业的特性予以优惠措施与产业发展的积极辅助，促进再生绿能产业的发展与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投入，有效排除因属间歇性的能源的再生能源影响稳定供电因素，以达改善我国电力结构的再生能源占比，才能够再生绿能产业发展的蓬勃。那鉴于20年来先进国家推动电业自由化，产生高电价，无法稳定供电，影响经济发展，以及若干不可逆的负面现象与问题，避免国家损及严重损及民众福祉与权益，因此推动能源结构改善与电业改革，宜分阶段，宜步宜照进。因此，为求循序渐进，且符合国情，并能因时因地因势制宜，现阶段确有维持台电公司综合电业经营形态的必要，以确保同时兼顾改善我国电力结构、绿能产业稳健发展、竞争市场成型、电力稳定供应、电价合理反应、促进环境保护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等多重目标，特拟具电业法修正案。这是我大概就是对于这次的电业法修正案，我当然是希望就是现在目前的台电公司这样子稳定电力、合理电价是目前最稳定的情况。那我本身的修正案大概也比较偏向综合电业，那对于绿能产业有部分的修正。那谢谢大家，请指教，谢谢。谢谢张立向委员的说明。接下来我们请讲新民党党团说明，由周成秀小委员代表。下一位是那个王惠美，再下一位是那个郑云鹏。主席、各位同仁、部长、与会大家好，与会的人员大家好哈。本院亲民党团为促进能源转型、电业多元供给、强化电业对抗极端气候能力、推动永续能源发展、确保电力供给、增进公共福利、维持公平合理电价、保障用户权益以及增进社会福祉，特提出电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实电业法 修法涉及开放市场，如何引导市场维持合理电价与稳定供电，需要一套新的管制机制。电业管制机制是否能够发挥效用？过度管制会不会阻挠投资者？是否会导致电价飙涨跟供电不稳？会不会因此变成大财团垄断电业的局面？我们一定要审慎的来审议哈。为使售电业的电价输配电业的各种收费费率与计价公式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草案要求中央主管机关应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进行审议，避免为推动绿能而增加人民负担，以确保电力市场公平竞争以及保障用户权益。此外，草案修正部分定义，厘清相关义务，并且强化推广再生能源，促进电力市场自由竞争，为确保供电顺畅，草案增订政府应定期研拟并强化电业因应极端气候的能力，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周成秀小委员代表亲民党提出提案说明。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好，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行政官员以及各位媒体女士先生，那有鉴于我国呢市场架构
这个集电力管理制度了，已经有50多年了没有修正了哈。那在既有的这个中和电业的长期独占垄断了，那导致我们电业自由化的这个进程是缓慢的。那投资者他是无法进入这个市场来参与电力的一个发展。那也随着我们的科技的一个进步，还有永续的一个发展哦，那现行的电业法已经不符合这个需求了。再加上我们在巴黎协议，将于2016年哦11月生效。为了符合呢国际的一个规范哦，推动我们绿能来降低污染影响生态，然后推动我国呢电力市场自由化及多元化的一个发展。那电业法需进行全面性的检讨以及修正哦。但我们又看到先进国家他们在推动电业自由化，又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包括电价高涨影响到民生，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架构设计方面呢，除了借鉴国外之外，我们也考虑到台湾本身是属于所谓的这个海岛孤立的一个这个电力系统哦，那电力架构及市场的一个发展更需要稳定循序渐进的一个来推动哦，所以呢，我们参酌国外电业自由化的一个潜力，再加上我们现有的这个公营综合的电业需要长网分离的一个相关的案例。采取所谓的这个法人分离，也就是说用控股公司的模式还是属于比较好的哈，一方面可以保障我们台电不完全被解体哦，又可以保障我们台电员工的一个所有的权责，但是又能够达到电力自由化的一个目标哦。那除了我们这个使得我们的发电啊、输电啊、配电、售电这个的成本呢能够完全分离，有效的防止交叉的一个补贴，另外呢又可以这个责成呢其担任最终的一个供电的一个义务的一个角色，来确保我们同时能够兼顾到这个绿能稳健的发展，来发展我们的这个竞争的市场，让我们的电力稳定供应啊，让我们的电价呢合理反映这些多重的一个目标。以上。好，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做提案说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哈。那感谢委员会给我这个空时间来报告我的提案说明。那如果大家拿起我们现在的电业法的修正案很大一叠的话，那我所提出的65条之2的新增条文哦，应该显得小巧可爱、背景单纯，而且会造福多人哦。所以请大家，请部长这边可以多思考，不要用很单纯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来看这一条修正，我等一下会跟部长报告我的理由。那2010年的时候，台湾的育龄妇女，她每个人生育率只有 0.85， 是全世界最低的。所以少子化是国安问题，我相信从总统到行政院长到所有各级政府机关都认为应该要提高生育率。所以本席所提出来的65条之2的修正案，它内容很简单。那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为鼓励生育，积极营造有利养育的友善环境，减轻育儿之经济负担，电业供给使用之家庭用电，应给予家庭12岁以下儿童每人一定用电度数电费之减免，前项电费减免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之，那并每5年检讨一次啊，就这很简单。所以经济部都认为说这是对特定对象，我要跟部长您说明，跟各位委员报告，这是不特定对象，那也不会图利我，因为我不会再生小孩了。那也希望说为了鼓励生育率，整个政府都要动起来，那不只是电业法，那自来水法我们也做出相同的逻辑的修正哦。那我再跟部长报告一下这些背景资料哦。那这是根据105年10月1号所实施的新的电价，那一般的家庭用电哦，部长你也可以参考一下，120度以下，从10月1号之前的1.81元已经降到1.63元了哦。那一样各度数都有说调降，所以在我上次来委员会咨询的时候，那总共如果照着12岁以下的儿童245,455人来计，当时那一共要减免的是53亿，现在已经降到48亿了。那如果我照着我提供的政策方向，那分摊给用电大户，总共1,145,902户。其实平均每一个用电大户，不管是工业或商业，他们每年只增加这些用电大户4189元，每个月增加349元。
对于这些用电大户来说，他们不会增加太大的负担，甚至他们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对于全台湾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他们实质上得到减免。那虽然每一户减免也不多，但是会感觉到政府对于鼓励生育，然后给予的温暖跟政策的支持哦。所以这个方向，我跟部长您说明。现在电业法的修正，你们遇到最大的两大问题哦，应该是第一个台电工会的反弹，第二个是民生用电涨价的疑虑哦。那你我刚说不要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应该是说多一事才会少一事。如果你大家疑虑涨价，你不如先用我的方式让十二岁以下的家庭受惠，先减价解除掉第二个疑虑，那就剩下台电工会需要去说明哦。我跟部长您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大改变、大改革的时代。那民法、劳基法都是在这个改变的时代里面的一个战场。电业法，我相信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也希望您部长，您不只是考虑电业整体上台电怎么去调整，也要考虑说我们在政策上如何消除我们民生用电的疑虑。我提供的是一个办法，而且不会独立特定人。我也希望说部长你们好好考虑，不要用那种膝盖踩车的方式，然后怕说找不到哪一个家庭有小孩，用行政上面的怠惰而阻止了这个国家的进步，促进生育率的政策。好，谢谢。好，谢谢郑英鹏委员提案说明。接着请经济部李部长做报告。李部长，请。主席、各位委员，今天这个大院经济委员会审议电业法修正草案，事关应邀列席说明法案的修法目的、修法重点跟市场改革的预期效益，深感荣幸，上期不吝指正，并请支持尽速完成立法。我们在这一次电业法的修法的目的部分呢，那么我们的电业法自36年制定到现在，已经历经9次的修正。但是对本法所制定的市场架构及电业管理的制度均未予修正，同时根据环境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政府应该订定计划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因此政府在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下，已经规范于114年达成此一目标。此外，在104年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会议当中，各国都同意共同努力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个国内外的情势发展之下，以全力发展绿能，启动国家能源转型工程，势必成为我国当前施政的重要方针。电力是我国能源供应的重要环节，在本法现行规范下，再生能源因为无法自由买卖提供给有需求的用户，而使其发展受限。电力市场因综合电业的独占形态，导致在无自由竞争环境下，那么电业经营绩效没有比较的基础，投资者亦无法自由进入市场参与电力建设，同时用户亦无购电选择之权利，无法依据喜好或需求选择供电来源与种类。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宜在稳定电力供应前提之下，重新架构我国电力市场运作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具有多元供给、公平使用及自由选择的市场。透过本法此次的修正，建立市场运作之法律框架，达成国家能源转型之目标。此次修法的重点包含第一部分，逐步推动电业改革。本次修法是以能源转型及电业改革为主要的诉求，在电力稳定供应前提之下，规划建立一个多元供给、公平使用及自由选择的电力市场，具以建构能源转型的法治基础及营造绿能的发展环境。开放再生能源发电业及再生能源售电业，并允许代书职工。修法通过后，1至2.5年完成开放。在开放这个再生能源发电业的部分，可趸售代书或职工方式售电。开放再生能源售电业，全面开放用户选择购电选择权。在电网公共化，也就是所谓的长网分工部分，修法通过后6至9年完成开放。于电业管制机关审酌电力市场开发情况后实施。综合电业转型为发电公司，这个部分领有发电执照与输配售电公司，领有输配电业与公共售电业2张执照，且不得交叉持股。
为为保留台电公司整体性，并达成稳定供电的目标，台电公司得转型为控股母公司，于旗下成立上述两家子公司。在电力市场的改革重点部分，包含第一，电业划分为发电业、输配业及售电业。在发电业的部分，开放发电业的增设，但除再生能源发电业以外，既有之新及新设之发传统电业，仅能售电于公共售电业。在输配电业部分，定位为公共运输者，采独占国营方式经营，负责经营输配电网，依电力调度规则实行电力调度的业务，提供所有电业公平使用输配电网，并依核定之汇率收取转供费用及电力调度费，并对用户负有接线义务。在售电业的部分，分为再生能源售电业与公共售电业两个部分。再生能源售电业仅能向再生能源发电业购电与售以销售与用户，在公共售电业为公共事业，对有电能需求之用户具有用户最终供电保障，售电的费率受到管制，由售电价审电价汇率审议会议审议，另设立电价稳定基金以减缓电价的波动，在经济部底下设电业电价汇率审议会、电业调除审议会及电力可靠度审议会，并指定电业管制机构，同时全面开放用户选择权，允许所有用户自由选择绿电或传统电能为供电来源。在鼓励再生能源发展部分，再生能源售电业者可以透过趸售、代输及职工方式售电，并考量公民参与，允许采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之形态，如合作社来经营，考量长期微电网的发展趋势，并鼓励再生能源发电可在地发电、在地用电，放宽再生能源发电售电条例，允许其得透过代输或自设线路职工直接供电于用户。在放宽自用发电设备的增设部分，有条件开放得透过电力网转供自用。在公用售电业销售电能，需符合电力排碳系数之规定，以每度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管制，并负有协助用户节电的义务。在销售电能于用户者，含公用售电业、再生能源售电业、再生能源发电业的部分，应就其电能销售量准备适当备用的供电容量，强化需求面资源之功能定位，纳入需量反应及用户群代表，也就是所谓的 aggregator 的机制，配合合适停建和一二三厂不延役的政策，于2025年达成非核家园。整体来看，市场改革后的预期效益，包含此次电业改革可以产生能源多元自主、环境永续友善、保障民生用户及创新产业发展的四大面向的八个效益。在能源多元自主部分，可以提升能源自主的安全，有利区域分散式的能源发展。在环境永续发展部分，可以友善再生能源发展的环境，引导减碳，落实减碳目标。那么在保障民生用电方面，可以保障民生基本用电不涨价，提升民众多元选择的机会。在创新产业发展的部分呢，可以带动创新技术及商业模式的发展，可以带动投资与增加就业。所以整体看来，这一次的电业法修法将全面开放太阳能、风力发电等绿电的发电与职工售电，建立能源多元供给及有利于绿能发展的市场架构，以促成能源多元自主、环境永续友善，保障民生用户及创新产业的发展。为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及电业改革，行政院研提电业法修正草案函送大院审查，恳请委员给予支持及协助。以上报告，敬请指照，并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经济部李部长的报告。报告委员会，现在今天议程所列的讨论事项，我们并案询答。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委员执行权，主席原例做以下几点宣告。第一，本委员会每位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
4+2，就是4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我们在上午10点整截止发言登记，如果有临时提案，上午十一点整处理哈。好，我们第一位请廖国栋委员发言。啊，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请部长嘛，请经部李部长。廖院长，哦，我第一个要讲的是飞核家园，这是一个国家的总目标，不分蓝绿，是大家都要追求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要改变能源政策，你们要做净化的这个发电、售电、配电这些整个程序，我们都是支持的。问题是，我们看了你们所提的版本呐、问题多多，问题多多。我先问你，你这个是台电的版本还是行政院的版本？是行政院的版本。OK， 是行政院的啊。是。好，那我在依我看呢、这个能不能达到这个绿电自由化？很多的专家都 say no， 不可能达到。那么我依我看呢，你们现在就修法呢，根本就是想把台电一拆为三嘛，将来会有一个这个控股的母公司，然后下面要设一个发电公司，然后一个输配电的公司，所以一个董事长变成三个，一个总经理变成三个总经理。你们要的就是类似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怀疑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个部长啊。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这个电力的市场的架构，当然是以台电完全以台电为主，当然 IPP 有一些，但是它所能产的电能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基本上现在的费率是受到管制的，对不对？就是由国家或者行政院或者是台电来自行有一套的这个这个电价的这个管理嘛。是。那么它进入电力网以后，完全由台电来这个输送甚至销售到这个使用端。OK。但是如果按照你们现在的修法，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我这个图哈。如果按照这个你们现在的修法来看呢、将来、所谓的第一阶段的修法，电业的管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职工，一个是进入这个台电的这个整个系统里面。那么职工呢，将来有没有这个费力管制的事？没有，不受管制。你们现在是完全自由化哦，看起来听起来是自由化了，全部由产电的去销售它的电。但是你也可以进入你的台电的整个体系里面，但是进入台电 体系以后，这个费率还是受到管制的哦。所以将来我设了这个电有两种管道，我可以直供也可以卖给台电，但是我直供我的费率不受管制，我自己决定，我自己跟这个使用端来决定说 我怎么买卖你、但是如果进入台电的 就受到费率，要受到台电等同的这个管制，这样说法对吗？对，不是受到台电管制，受到电价审议委。是啊，就等同台电啊。对，不等于台电。电价审议在行政院，行政来管制这个事情嘛，对不对？那个、没有错嘛。那个是经济部管制，不是由台电来。好了，不管是经济部还是都是行政院的决策啦。那么我现在就看到你们的这个所谓的院版哈，我可以这样子讲，根本就是借这个绿电的名来做分拆的事情。怎么说呢？OK， 刚才你提到了，我们未来是希望能够多元供电，对不对？希望公平使用，对不对？希望是自由选择，对不对？你认为做得到吗？依我看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它是一步一步达成的。问题是你第一阶段你一开放就全部开放了，不可能说还要分阶段或者是分年度分季，不可能。你修法一通过，就是要实质进入这个状况。我告诉你，你们根本。就是想要保障台电、守住台电既有的权利，但是会牺牲到绿能发展的机会，你知道吗？我讲给你听，你们的目的 OK， 刚才讲过了，多元供应，这个公平使用，自由选择 OK， 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绿电这么贵，你一个太阳能就要6到10块，哪一家这个家庭会用？哪一个公司会用这么贵的电来有所谓的职工？职工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全部都是卖给台电了。还是由台电全部 来分配供应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轮到垄断独占，还是台电独占垄断的、那么
很多的限制在你的条例里面都处处看到，所以最后有谁会买那个绿电？有哪一家公司台积电会买你绿电吗？用台电的三倍的价钱，你台电卖3.1块，然后将来的这个太阳能要卖到10块的话，三倍的价钱谁会去买啊？你限制非常的多，真的限制非常多。那个委员，那个今年有2.7亿度的绿电已经销售出去了，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你是说现在吗？对，现在。OK， 好，你的电业法呢？我再强调一次，第一个，再生能源电力要卖，也要有人买。我刚才讲了，谁会去买？这是一大问啊，一个大的问题。一般民众不会买的，哪一家公司会去买那个10块的？我明明有台电有3块，而且稳定供应的，我干嘛要买10块？没有人要去买的。我跟你说，第二个呢，修法以后，这个绿电呢设定是次要的一个发电设备，根本就没有办法让绿能发展啊。那个部长啊。你看限制又多，又来一个海岸法的这个限制，然后环评等等都会使大型的绿电没有办法去发展，真的没有办法发展。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会想的那么天真，那么以为什么凡事都会顺利。然后备用容量，绿电要不要负责？还是全部台电负责？绿电不可能去负责这个备用容量嘛，对不对？你现在有限制吗？有啊，卖电的用户必须要负责。你想绿电的这个业者会帮你准备这个备用容量吗？没有人会，那规模小嘛，所以最后责任全部还是在台电了、啊，全部还是在台电了、啊、哈、哦。那么公用的这个售电业者就是台电了、啊、哈。如果或是绿能将来如果他可以取得政府的基金的补贴，又是一个新的不公平的竞争啊，部长知道吗？那个、你现在空喊能源转型 ，OK， 但是执行啊，我们看起来是里里落落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你知道推行多年，8年，但是再生能源电力增加多少，你知道吗？比例上1%。好，所以要从现在的10%含水力发电了、哦，部长，含水力发电现在只占4%啊，你如何在2025能够达到20%，不可能的代志了。那个，我们大概已经增加4% 的再生能源。是啊，是啊，我知道，刚才讲了，我就这4%。但是你如何要达到20%？在9年之内要达到20%，你这个根本就是骗笑诶啦。那个部分不只是电业法，同时也是政府政策加上台电公司的努力哈。那最近其实有很多公司已经在设立了。空有政策、啊、没有实质，你没有办法达成所谓的绿电自由化。魏公，你看看哈。这个再生能源发电业或者是售电业者销售自由化能不能顺利运作，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那我们现在看到你们的电业法里面呢、啊，完全没有这个自由销售权啊。绿电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发电以后，它有自由销售权吗？有啊，职工就是啊，职工就是自由销售权啊。OK， 好啊，职工那么贵，谁会买？会啊，我就有买啊。绿电2.7亿度、哎。部长，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那个大众的事。如果今天我是家父，我是公司，我明明有3块台电的电，我不用啊，偏偏要去买绿电九块，会吗？有谁那么傻瓜那么笨？我们经济部在最近会做一次整体的绿电的盘点。事实上，在最近这几礼拜，会对过去这个购买绿电的大的这个用户给予一个奖励。跟颁奖了，不是钱的。对啦，你做到了一个重点。我们既然要推绿电，就是要多鼓励少限制嘛。那、啊、你们现在刚好颠倒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鼓励很少。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台电要发展绿电，银行敢不敢融资？啊，现在很多，因为他大、啊，而且他又是国营，他当然银行会给他。不是，但是一个私人的业者要发展绿电。如果银行一看，哇，这个限制又那么多，鼓励又那么少，他敢融资吗？不敢融资的。事实上，现在是国际上的金融机构都已经跑到台湾来进行融资，反倒是我们努力的让我们的银行业不要让这块大饼被国际上公司抢走。你只看到风力了，很多人要来没有错，但是他一定会看到底能不能赚钱了才要去设啊，对不对？这样才会有这么多公司来嘛。所以我们为什么推行那么多年的这个离岸风力啊？
啊，现在两支都做不起来，还是鼓能源局鼓励的2亿我给他们去做，还做不起来呢，做对对已经满载了呢，他做满载的我没讲，你现在既有那个海外的那个架子架起来，哪里有电呢、啊？没，他已经连网也没做。网在处理，他现在测嘛，他必须平行进行啊。我上个礼上上部长上上上礼拜才去看过、啊。我觉得你是学者，真的心善良啊，但是业界的真正的困境你没看到，真的。官员也蛮善良的，官员很善良。问题是你这个业者会善良去看这个事吗？不会。所以我最后给你建议了哈，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哈，再生能源发电转工作业费用啊，应该要免征。或者是明定一个上限，你到时候不然你这个诱因没有出来的是谁会去设这个绿电呢？我讲哈，第二，考量再生能源即发即用的特性，所以他们不应该去做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供电准备了，应该不必了，让他们不要那么多的限制，不然谁要去投资那个没有赚钱的行业啊？哦，最后我建议呢，应该明定。这个公用售电业的再生能源电能不得利用政府补贴，或者是独占，或者是垄断，哦，应该要排除那个绿电，民间的绿电才可能开发出来，才有受到鼓励啊，才能够他们乐于去设，乐于去花钱，因为那个设了可能三五十年才会赚到钱的事情，啊、哦，你没有一个诱因呐、啊，没有人要去做的，是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规划再生能源这个售电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必须考虑这个台电公司要跟这些新设的公司站在一个平等竞争的立场上，我同意共同竞争。所以，我们不能过度保护台电，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压抑台电它在这一部分的这个义务哈，所以跟它的权利了。是啊，所以那就是我们整体在设计这个电源法当中所设计的基本精神这样子。不对。台电不倒了，它大，而且98%都是它在发电，它在售电，它在输电，也不倒了。但是绿能你要让它有更多的空间啊，部长，绿能你要让它有更多的空间才能够发展起来了，不然的话，你2025你要达到飞核目标，假困难了，真的，我跟你讲，非常困难。还是请委员支持，我们全力以赴吧。台电现在是70%的发电，我已经讲过，政策上我们支持，但是做法上 要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政策，给民间的业者、啊、有路可以走。好，谢谢，谢谢廖武仲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请陈明文委员。好，主席，我们请部长，请李部长。这边早安，部长，我想我们电力法的改革哈，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方案了哈。台湾的电力法是从36年就制定嘛哈，刚刚你的报告里面谈到哈，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有70年，虽然我们有九次的小幅度的修法，但是事实上这个都没有办法哈。来符合我们能源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哈，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电力法的一个改革哈，还是以目前的这个电力法的架构之下哈，大概去进行的了哈，所以过去民众没有购电哈的一个选择权哈，台电敢能供什么电，那就用什么电好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讲民众那要用什么电哈，咱买单家己。家己想吼，啊，家己去买，所以亲像咱咧讲讲，Google 哈 ，Google 它是希望要用绿电哈，但是我们台湾就一直没有办法供应给它，好，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这个把这个现在的电力法哈，把它这个发展有发电，有输配电哈，有售电哈，这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未来哈，我想这个。就会打破我们过去所谓的电力的一个垄断呐，哈的一个局面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改革方案呐，哈。那我也觉得
未来哈，整个电力法哈，如果能够修正，才能够啊连接哈哦，我们现在啊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哈，譬如像物联网哈，像我们这个诸位城市，我想这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哈，跟电力也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啊关联性。不过我要在这里哈请教部长啊哈，就其实这一次的电力这个改革哈，事实上大家哈还是非常期待，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疑虑哈，还是有很多疑虑。大概刚刚也有人提到，大概就是两个疑虑了哈，就是台电员工哈啊在游行抗议的啊，就是表示说，哎，到底以后台电会不会被民营化、被财团化？我想这是一个老问题哦哈，但是我也希望部长能够借用今天这个机会，能够再正式的做一个说明哦，让大家能够了解，不要让一些这个反电力改革的人士利用哈、哦、啊这种啊说法啊来抹黑哈、哦，甚至于在媒体上哈、哦、在不断的渲染我们电力自由化哈、哦、是要终结台电哈、哦，我想这一点哈、哦，是不是部长你能够在这里做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明？好，谢谢委员，那、哦、有这个机会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这一次的电业法的这个修法哈，台电没有民营化的规划，因为我们从法条上的看，这设计里面可以完全看出来，它甚至在整个设计上面，这个可以形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设计里面完全没有民营化，也没有财团化这样子的基本的这种一般媒体上所误解的这种想法，完全没有这个部分的规划，法条上面也不允许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说，现未来的这个电力改革以后的台电哈，它以后还是一个啊、这个国营的一个形态嘛哈，是，所以这个台电还有它的一个母公司是控股公司，下面再分为这个发电、适配电、设电，大概是这样子嘛哈。是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哦，应该要让社会能够了解，特别是希望，台电的员工，董事长你能不能上来一下？请主导。我想电力改革主要目标不是在消灭台电，这个台电的员工都已经了解了吗，董事长？我想我们利用了以前的这个劳资座谈了、啊、二十几场啊，我们都请企划处、啊、派员了、啊、说明这个行政院版本的立法意志。行政院版本出来以后，基本上台电员工应该在台电，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是高层的这些这个领导的一个说明以后，应该台电员工上上下下都已经了解，甚至于现在有没有在支持行政版的这个版本啊？目前这个正如委员说的，这个包括我还有总经理，还有各副总，还有其他的主管呢、啊，利用各种的机会、啊，也向这个同仁呢、啊，说明现在的这个一些状况。那应该是他们有所充分的了解，已经很了解了嘛，哈，不会再出来游行了啦，哈。哎、我想过去这个台电的董事长总经理可能有放纵、哦、故意让员工、哦啊、出来、哦、让社会混淆视听，认为这个电力改革就是要消灭台电。那既然、哦、既然行政院版已经出来，那条文也很清楚了，那我想这个董事长总经理基本上、哦、也应该很清楚的要告诉、哦、我们的员工、哦、让他们了解到哦、事实上电力改革绝对不是要消灭台电、哦、更不可能把台电民营化、财团化，我想这一点应该台电都很清楚了、哦、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个部长、哦、那第二个老问题了、哦、就是电价会不会涨，我想这是一部分有新人士一直在恐吓人民，就是说电力改革以后，那发展、哦、发展这个再生能源以后一定会带动整体的一个电价、哦、大涨、哦、这一点你是不是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再说明一下？是，谢谢。因为我们在这次的法条里的修正里面，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公用售电业它的这个电价还是受电价审议委员会的这个管制，所以那电价审议委员会的公事是基本上通过这个经济部跟这个台电在大院的这个支持之下审议通过的，所以它每两年审是一次，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完全看到电价是不会因为这次电业法的修正而
这个涨涨的，那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好，我想这修法改变。好，我想这一次的电力法的这个修正，主要还是立电先行哈，主要是希望能够发展再生能源呐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啊能够发展再生能源哈，达到2025的一个恢复家园的一个总体目标。那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再生能源哈，在这一次电力法这个修正以后哈，将会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哈。那我们也看到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哈，也就是说电这个再生能源哈是会越来越便宜的哈。我们看到这个2016年5月哈，杜拜的进行太阳能的一个招标，那现在的已经哈创下这个每度电新台币是0.95。所以这算是一个低价哦，是不是这样子，部长？是啊，是哦。我看起来像八月的这个助力也这个这个进行电力的招标，太阳能的得标又创新低，是每度是0.92哦。那这个阿布达比也有进行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标价，也创到0.76元。所以0.76元，现在我们大概多少一度多少三块多哈。所以我想未来整个世界的这种太阳能的，甚至在再生能源的这个电价是会越来越低，越杀越低啊。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所以我想这个未来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在台湾的一个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上哈，我们也希望经济部哈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辅导。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利用今天这一次的一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能够哈引进外资，促进我们台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我们最近几年哈，我们这个外资到台湾来投资的这个比例都非常的低。好，非常的低，但是我们希望啊，希望利用这一次的一个电力法改革，能够引进国际的资金，来发展我们能源的一个产业，可不可能？部长，你认为？可能的，我们目前已经看到非常多的外资已经进来，就像您刚所提到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新的太阳能的招标，它的电价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市电同价，已经降到非常低了。好，那我们目前的在这个太阳光电还在4块到6块不等。那借由这一次的电力法修正，那以国际的指标来看，它应该会逐渐的降价。所以国际上非常多的投资已经都到台湾来，在征询如何投入，而且有一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投入，甚至设立分公司了。好，我们是希望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引进外资哈，那看最近几年哈，这个像美国、阿根廷哈等等这些国家哈，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引进这个太阳能哈，甚至于这个陆上哈的这个风机这种发展这种这个风能的这种产业哈，投资的经费相当高哦，对地方的一个经济发展确实一直有帮助的哈。我想这一点很希望部长哈能够哈尽力去做。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电力的一个修正是主要是要开放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的27条，好，27条里面，你们就是明文记载，就是要这个再生能源要准备备载容量。哦，也刚刚有委员也特别提到，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哦，水力发电是24小时这个发电的，那你力能的这种发电，事实上有的是7、8个小时，甚至于比较长的是10个小时、12个小时，所以你说你要规定它这个要有所谓的这个备用供电的这种容量，事实上好像不符合实际吧？你不认为吗？跟委员报告，在它职工的部分，为了保障选用户的这个权益，所以我们才规定它的所谓的这个备用容量的部分。如果他直接销售进去这个国家电网的时候，那他就不再需要受到、這個。但是你的27条里面没有这么明细的记载哦。好，27条的这个草案你有看到吗？啊，我是觉得这种讲法的话，我还是认为啦哈，火力、水力哈，它是24小时的这个发电哦，基本上
它要稳定发电的来源，所以要它的积载的一个电力，这一点 是我们是讲得通的。但是这个力能，事实上 它不是二十四小时发电，是不是要这样做？是不是啊？未来在逐条讨论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好好来这方面的一个检讨，好不好？好，接下来我当然还是关心这个再生能源这些产业的一个发展啊。就是讲，咱今嘛安内先开始是要希望吼，这个再生能源厂吼啊能够发展起来，但是它不像是啊民间发电厂，所以它不是二十四小时这个发电，但是营业额不会是很大。所以你现在就是说要跟一般的这个电厂一样，同样要缴纳协助金。这样会不会让他们负担不起啊？这一点你有没有讨论过？哦，有，我们会做适当的这个处理啦。啊，我们会做适当的处理。嘿，局长，你了解吧？你就说明一下。不长的。啊。跟委员做报告，事实上我们在65条有那个电业促协金的设计，没错。但是我们不同能源的部分有不同的比例，那再生能源会做适当的一个这个最少的一个负担这样的设计。不啦，就是讲讲再生能源现在才是一个辅导期嘛，哦，啊都讲啊，今年身体都未用中啊，你都在个抽血啊，我们是认为伊毕竟伊含一般民间的这个发电业无同啦，哦，伊唔是24小时的啦。哦，力能的事实上，多委员咧讲的，买家事实上都还是必须要去鼓励人家才会来买的这种啊，这个再生能源哈的一个发电哈，所以你现在你就要让它跟一般的一个啊发电业者一样哦，所以要有那个促协金，我想这一点是不是也要好好的讨论一下，好不好？好，那个委员，谢谢。那个好，那部分我们可以。最后哦，一分钟，我还是期待部长还有台电的董事长。哦，我想电内法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内改革哦的一个方向，政策方向应该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是希望好好的沟通。哦，电内法我们在推动过程中哈，不要哈让社会哈造成一个啊这个造谣抹黑哈。啊，甲好好比各个台个赛啦！我想你们都有负有啊政策的一个啊这个辩护说明的一个责任、啊、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去落实沟通，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提醒，好，谢谢。谢谢陈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经济部李部长，请李部长。邱院长，哎、欸，部长早，部长，这次电业法修正啊，全国瞩目了哈。我想，为什么全国瞩目？因为这个修正太重要了啊。电业法这次修正跟过去以往的修正最大的不同，在它要做到透过这次修法做能源转型，做电业改革哈。所以这是未来透过修法要达成的这个政策的目标。你们说明一下。这是电业法修正之后，能源转型到底能不能确实到位？电业改革这个是不是可以尽其功？就是我们分两阶段的修法，那它的目标的确就像委员您所提出来的，我们希望在稳健的过程当中逐渐达成这个政策的目标。那在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了解绿电先行，其实就是让能源转型有一个启动点。可在过程当中，全民有很多的考量，是在过程当中可不可以稳定供电，所以稳定供电的部分也同时被列入考量。等到它当整个的市场环境跟法治的环境全部都成熟之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的这个开放。那个时候呢，就是第二阶段电业改革吧，哈。对，所以就是能源转型要先绿能引入，然后导入整个能源供应系统里面，然后再进一步。啊，促使这个电业做改革嘛？是的，所以你有分阶段。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说，
现在进行能源转型跟电业改革，它的必要性跟急迫性在哪里？是我们在进行整个这个产业转型跟这个电业的部分，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口头报告上所提出来的。那么事实上，从 COP21 那进入新一代的这个我们温泉法对整体的产业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全世界都重新在审视温室气体对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面临这样大的转型结构的时候，再加上国际投资要求能够有绿电跟排碳量的限制的时候，如果不做电业法的改革，我们的产业那是客观情势对我们的要求啊。虽然我们不是这个 member， 我们是会员国，但是我们还要遵照这个啊这个 UNFCCC 相关的减碳的这个规范。是好，这个规范那是一个客观情况，但是我们主观的能力能不能达成？在我们这样主观的能力上面来看，我们台湾以太阳光电为例好了，我们台湾产生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可是使用极少量被使用在台湾。我们在过程当中跟很多的业者请教这个问题，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到台湾来投资。所以其实不仅仅只是在客观环境上，我们面临国际上这个减碳的压力，同时我们自己的产业在寻求下一世代的转型的时候，那么过去所累积出来的工业基础跟我们所建立的好的改革往好的方向转型一定要做。是，但是不管是改革或者转型，一定会有阵痛。对，一定要付出代价。是，好，如果这个阵痛是瞬间的或者是一时的，那全民可以共同来忍受。是，那如果这个阵痛爆造成说这个全民的这个无限期的这个疼痛，或者是造成这个人民的这个损失，那就很大的一个影响。是的，所以你要避免这种状况，有没有可能造成这种状况呢？在目前的设计上面，我们希望让阵痛降到最低。事实上，几乎以现在的设计，大家所关心的财团化或电价上涨部分，都已经被处理在这个电业法的结构底下。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震动会降到最小，对，但是它可能造成的效益会最大，这样。所以你这个是无痛改革，是无痛转型，是？我们希望做到完全无痛改革啦。那这个设计是朝这个方向去，但是在过程当中，不同的调试总有不同的。最大的参与者，能源局跟那个这个台电董事长，哎，我想能源局扮演重要的这个主管机关的角色了哈，能源局对于这个能源转型未来电业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或者它的阵痛，是不是就如同部长所说的，能够无痛改革、无痛转型？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做充分的考量，要让到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这个冲击是最小，那最好是像刚刚部长所讲的，没有产生任何的冲击的一个这个能源的转型工作。这个发生，这个发生的几率多高？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让绿能的部分来先往前走的话，事实上又可以符合国际的发展趋势，又能够带动我们国内的新兴产业发展。我想这样的一个两全的一个这个平衡之下，那是最好的模式嘛？是最好的状况，最理想状态嘛？是。那事实上，人类的社会都是很残酷的，往往最美好的状况啊，只有在天堂才会发生的。所以在人类的现实社会里面呢、啊，我想各种利益的纠葛、角力啊，常常会扭曲理想的状态。变成一个残酷的竞争，变成血淋淋的路杀，到时候你所说的阵痛，会变成这个崩裂式的疼痛。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思考到分阶段来执行嘛，所以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设计就是要产生最少的冲击，让它能够运转到很顺畅的时候，再进入到可能会比较大的冲击的第二阶段。所以你对这个改革、对这个转型充满了信心的？我们一定是充满信心，而且全力以赴来执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那如果从电业改革的角度，台电作为一个电业改革被改革的对象了哈，这个部长，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台电作为一个被改革的对象，我们不应该说台电被改革，台电是参与改革了，参与改革，参与改革了哈。被改革好像是它是一个受体，你参与改革是一个主体的哈。好，你改革一定有阵痛，一定都会有这个过度的这个不适应的状况。绝对不可能一帆风顺，请教一下这个朱董事长，台电准备好了吗？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实施事业部，希望先从会计上面的分离先做起，然后希望大家建立成本意识。
所以组织架构已经有相对应的准备的调整。那我们今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事业部，四个事业部在实施之中。那整体的竞争力会因此下降？我们希望这个鼓励同仁呢、了解未来的趋势啊，努力的增强自己的这个竞争力。好，假设修法完成正式上路之后，台电会变成什么样的样貌？当然，稍微描述一下这个主要的结构上面，当然是按照电业法所设定的一个方式来执行、会本来是大联盟的这个大联盟的这个 A 级球队，会变成这个小联盟的 A 级球队。不管变大变小，如果都很强的，也是没有说也是都很好的。不，强是一定要强嘛，但是你如果在大联盟可以扮演好的角色，好、造福全民是最好的嘛。那我想要了解是说，电业法修正之后，公司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公司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是发电部分，未来是一个发电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再加上一个输配电售电的子公司，在一个共同的这个控股公司之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公司整体架构，它的竞争力跟它的这个公司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会有所不同。当然，发电公司啊，是降低成本啊。这个希望能够这个增加跟其他电业的竞争的这个本钱，当然了，输配电就要维持中立、然后给大家做这个输电这个代输的服务。那你觉得对台电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就这如果电业法这样顺利修正通过之后，我想台电的最大的代价是什么？不能说什么代价，而是说台电的、你应该要有这种 cost 跟那种 benefit 的那个观念呢、但是在输配电这个地方啊，还因为它是还是一个自然垄断的一个特性，所以它的电价是受管制的，所以这个里面当然有这个有这个管制机构啊设计这个电价的一个定义方式。有点不满？不是，那个是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保障，不像前几年。我现在问你说最大代价是什么？你说是说电受到管制，电价受到管制，就隐含着对能源局对这个经济部的不满。不是，我们现在也是在管制。而且我看很多同仁在点头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管制，但是未来那个发电的部分反而就没有管制，但是输配电这个还有一个售电的部分还是在管制。站在台电角度，你是希望不要管制的？这个输配电全世界的这个输电费率都是管制的啊，这个没有例外的，是吧？但是售电未来如果充分开放的话，那是可以不管制的，是吧？但是目前我们设计上还是管制的。哦，那部长你听到了哈。台电的心声说出来了，对，局长啊，部长，怎么回应一下朱董事长？在我们现在的设计当中，那么为了让电价稳定，同时全民真正理解电业转型的改革的时候，现在的确在这个所谓公用售电业，它有受到电价管制。等到市场成熟的时候，那么第六年之后，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传统的电业也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依据市场的情况。那么在电业法的修法会允许我们有一个自由度去审视这件事情怎么真正达到这个自由经济的市场的这个结构。不过台湾的电力市场是一个独特的结构，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型的独立电网的结构，所以这件事情必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朱董事长，李部长的回应你满意吗？我想这个电价审议委员会如果能够秉持这个市场行情啊，稳定电价的等等啊，我相信应该还是一个合理利润的。好，那再问你，最大的风险或者对最大的挑战，就是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呢？我觉得改革之后，对台湾人最大的收益获益是什么？基本上这个谈不上什么收益或获利的，但是我想在成本降低、这个公开透明，还有这些等等的话。应该受益应该最大的是用户啊。好，所以站在台电立场，这个以全民利益为考量，以台湾的利益为考量，公司即便有点牺牲，只要全民获益，只要台湾利益优先，公司是全力支持。不至于牺牲啦，但我想这个是一个你不牺牲一点，全民怎么会获利呢？不是，这个就是自己的，我相信我们会充实自己的这个竞争力啊，努力的降低的成本。从这个地方啊，因为也要面对外来的竞争嘛，所以那自我的这个调试啊，那个当然能够降低这个成本，当然全民获益了。我们在电法研修的过程啊，在幕僚作业，我们大概是参考哪一个国家主要的参考的这个修法的版本？没有，基本上这个世界各国的我们都有这个，我这应该由能源局回答。据我的了解，局长，
跟委员回应刚刚委员所提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是参酌几个国家，像日本啊、英国这几个国家，那他们的做法大概都是阶段逐步的方式来的。就是海岛型国家是，那尤其是日本跟我们的那个独立的供电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相像的。主要是日本的例子是。是，好，谢谢。谢谢邱委员，谢谢部长，谢谢董事长、局长啊。接下来请苏志芬委员。主席，我们请部长好吗？请李部长。苏委员早安。哎，部长早哈。部长，你刚才啊，昨天的话，云林县县政府李进勇县长哈，有到监察院。那他跟监察院的话，就提出了有关于台湾电力公司促进电力发展展运的协助金设有违法失职的情势，他提出检举。我昨天有看到这个报纸上的报告，那这个我们内部的这个舆情纠葛部分也很早就把这部分的资讯传进来了。对，那部长觉得这个部分来讲，台电要检讨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个部分以现在的结构，就是我们现在的电业法 修法完成之后，那么所谓的助协金就会这个进入法条的这个设计。那现在以台电来看的时候，它其实是民间契约。我还是请董事长做一个说明好了。好，跟委员报告，就是没有关系，没有部长哈。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当然知道，电业法的话，这个新的第65条了，就规范得很清楚嘛，哈，哎。它规范的这么样的清楚，那么也可见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执行要点跟现在电业法的新的65条，好，基本上来讲是一国两制，好，它的整个法律的位阶也都不一样，有过去来讲的话是个执行要点，那么现在是在法律的位阶，那么我们讲说执行要点的话，那么就是这样，台电公司你自己制定的嘛，然后就送到行政院，好，那么整个的法律的位阶不一样，也因为这个样子变成怎么样？是变成就是你台电你要盖瓜承受执行要点当年的话所定定不合法啊不合理或是也可以讲不合情理不合法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的情境，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现在就部长你觉得你就这样子一个状况了，到底怎么样去弥补它？啊，怎么去弥补呢？如果按照促协金相关的规定哦，相关的规定的话是怎么？规定的话是由政府循预算的程序之拨款哦，循政府的预算的程序之拨款的。好，那虽然台电是国营事业，但是既然循政府的预算的程序去拨款，那么基本上呢，它是有公款的精神，对不对？是。好，那有公款的精神，现在这笔款呢在哪里？现在这笔款在哪里？促协金这笔款在哪里？那个部分在从88年到105年的话，台电已经支付卖电促协金26.9亿元。那么，请问26.9亿元现在放在哪里？现在这个从台电这边来看的时候，他们的钱已经都付给卖寮了。好，就他们在他们能够掌控的这部分的钱都已经交给卖寮了。那么台电，你交给卖电？好，你交给卖电，那么这笔钱现在在卖电。好，那卖电现在怎么支用呢？卖寮。他怎么支用？不是，这个是在根据合约里面。已经支用了多少？请问一下，26.9亿元，如果按照部长所说的，现在就是在卖电哦，在发电厂它本身嘛，对不对？是我们在随着付给他的电费啊，这个附带的已经付给他了。对，你附带的给他，你附带给他的话，上面这笔钱有没有写清楚？我们是希望它用在这个敦庆睦邻方面的。好，那么这笔钱就是敦庆睦邻嘛？对。好，那么这一笔钱敦庆睦邻从88年到105年，如果按照县政府所提供的资料，是共26.9亿元。这笔钱现在在麦寮发电厂的敦庆睦邻的账户吗？这个我想我们是合约只是，在它的这个基本的电费。不怪人家你搞嘛。不怪人给你检举嘛，你当年定这执行要点，但定这执行要点嘛，你的缺口这么大，这个这个缺口太大了吧？我根据全台湾所有的任何一家 IPP，
哪一家像卖电一样，他的东西梦里的钱，现在还在他自己的口袋没有拿出来，还有哪一家？没有，我想其他的都成立一些委员会，或是跟当地的民众啊做一些这个。Okay， 好，那部长你听哦，任何一家，那当然都有 IPP 的话，人家做的都成立管理委员会嘛，都真的把它用到敦亲睦邻，独独卖电。那台电你定定的执行要点，那么唯独这一家没有按照执行要点的敦亲睦邻的精神在运资这笔。不是那个执行要点，那请问一下，那请问一下，那台电有没有疏忽？没有，执行要点只是针对本公司的电厂而已。部长，请问一下，这样有没有失职？那个跟委员报告，这个阿伯南把跟 IPP 为什么呢？为什么敦亲睦邻有个共同管理委员会？唯独卖电没有，卖电是连管理委员会都没有，是不是？如果按照刚刚的话，我们董事长所说的，董事长、部长。对他所有的 IPP 厂都有管理委员会在运用这笔敦亲睦邻的经费，唯独 IP 唯独卖电没有成，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那么久了耶，这么久，我知道。那有没有失职？部长有没有失职？那个部分哈，就是以他现在在单纯就法律结构上来看是没有，因为他的这个什么叫没有？就因为他是直接公司间的契约嘛。好，那您刚提到。那我们讲国营事业，我所谓的失职跟公务人员的失职，我们先撇开来谈好不好？就你在经手的职务上，你自己定立的执行要点，然后你把这笔钱交给卖电，然后卖电没有运用到敦亲睦邻，连成立管理委员会都没有，那为什么其他的 IPP 厂他们要成立管理委员会？我请问董事长也很清楚啊，全台湾所有的 IPP 就是只有卖电没有成立管理委员会，那这样子监没有监督之责吗？如果没有监督之责，你干嘛定执行要点呢？那你执行要点干嘛呢？你就直接的话在契约里面的话，你就给他钱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台电公司还要订定执行要点？执行要点只适用于本公司的电厂。我请问，执行要点它的精神在哪里？执行要点是指这个。台电在跟他 IPP 采购电价、采购电的时候，那么把这一部分的这个促协金的结构设计在这个采购的电价里面，所以它放在双方的契约当中来处理的。所以放在双方的契约里面，那么这个执行要点的话，也就怎么样，对双方都有约束嘛，对不对？约束的话，你台电一定要把这个敦亲睦邻钱给售电的人嘛，对不对？给卖电的人嘛，售电跟买电嘛，对。两方的话都必须受执行要点的约束嘛，都遵循嘛。台电你要遵循你的执行要点，跟对方签契约嘛。那你遵循背后有没有监督之责？你遵循这么做，然后你是个国营事业公司，你是国营哦，你是国营事业公司哦，所以你才寻政府的预算呐、啊，不然你干嘛寻政府的预算？这笔钱拨下去呢？那么有26.9亿呀、啊，这笔钱现在用到哪里呀、啊？现在这笔钱都还剩多少？部长还剩多少钱？像您刚提到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想就付进去的是26.几亿了。那26.9亿元，部长26.9亿，所以设有违法失职情势。李进勇县长昨天到监察院去检举台湾电力公司，有没有涉及失职？那个部分我们你要不要惩处？我们等一等，要不要检讨？我们可以去检讨一下这一部分，因为但是以现行的合约来看的时候，台电有付出这笔钱给麦寮电厂。部长，台电如果再跟麦电有任何的续约，有任何的续约，针对的话，这个钱债，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你跟地方怎么交代？你跟地方怎么交代嘛？我请问。我们有听懂委员您垂询的重点啦，但是就如果在下一个阶段来走这个结构的时候，如果他下一次续约的时候，这一部分可以被放进去。不过更简单的话，部长现在已经有两件事情，是昨天我跟你咨询的时候，针对台塑六氢它的海水淡化，我就请部长的话，你要求有。那么这件事情促协金。台塑港工的时候，伊伫地方已经赚九十几亿，
会蹲起木立。九十几个感动鬼是对卖电出来，没有台话的吗？没有蓝牙的吗？他怎么好意思呢？好意思讲台话啦、蓝牙啦，那还有长春大连呢、啊，对不对？他全部都挂在那些他妈卖电，卖电的电哪一个哪一度电的话给长春大连用，卖电哪一度电的话给蓝牙用，给台话用。那个欺骗下回太离谱了。他的气电共生就是气电共生，卖电就是卖电。台电的出现一样。那请台塑搞清楚。这26.9亿呢？我第二个，今天在这边咨询的话，部长要不要展开跟台塑的讲协调也好，讲谈判也好，好不好？好，我们这笔钱怎么要回来？还给我们地方。我们经济部会去看一下，从法规会的结构跟台电这边审视一下这件事情、啊、您上那有没有失职？有没有失职？您礼拜一的垂询问的。部长，你不觉得台电现在这样子，我讲了这么一大堆，你还不觉得他们有失职吗？不是，还需要动用到一个部长到监察院去检举吗？不是，我们政府的体制到哪里出了问题？给我张瑞杰的朋友跟我说，民进党不是执政的吗？为什么县长还要跑到监察院去检举？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经济部，因为台电，你们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因为你们犯的错，那么你们自己怎么？自己又不善后。部长，我会继续再追哦。好，我们会审视这件事情。所以部长，台电有失职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善后，好不好？好，我们去检验一下这件事情。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苏员，谢谢李部长，谢谢朱董，各位长官，接下来请徐又明委。谢谢主席哈，有请部长。请李部长。徐院长好，部长好，我想电法修正其实是蛮重要的哈，不过我今天咨询前面会强调一点，有些事情其实在电法修正之前还是可以做，好，那甚至我们电法还分好几个阶段，好，可是我的意思说有些情况其实不一定要等到电法修正哈，好，这个是11月的新闻哈。因为燃料成本大降，台电去年大赚600多亿，其中非关营业绩效340亿，那台电的角度赚了钱当然是用来打消它的亏损，可是其实四月的时候我们的电价审议委员会认为说不可以拿来台电自己拿来用，应该纳入平稳基金以平抑电价，那情况是后来当然就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根本这个电审会这个决议好像没有一点效果。好，那今年呢？今年又赚，好，今年估要赚500亿。好，那部长，我们有所谓电价平稳基金吗？目前还没有，目前没有，对不对？目前记账的，对，是来处理，对。那可不可以成立？你看哦，去年340亿，如果今年又有个500亿，合起来800多亿，那成立一个基金不为过吧？好，跟委员报告，还是经济部觉得说啊，这事很麻烦，就让台电自己去处理。啊，没有哈，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一次送进来的，我知道电价审议，我后来看到，哎，你们的88条有讲嘛，要设立电价稳定基金嘛，需要等到电业法，就像您刚刚所提出来的，那今年会设吗？对，我们现在送进地法院的大院的这个电价审议委的公示里面，就已经把这个放在里面了。所以今年会有吗？对，我一旦地法院通过这部分，就自动可以。核后端基金哦，也是你们弄个办法，就核后端基金，对不对？对，有送到立法院来吗？有啊，好、哦那个，是来这边审查吗？我的意思是说。经济部这边哦，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的，不需要。对啊，对。部长，好，注意一下。我是说，如果四月的时候就提了，你们其实可以先把这笔钱，先弄个基金，把它这样处理啊。你现在这500亿，所以你们现在是觉得说，只要立法院处理，你们就会有一个基金，然后这500亿就会纳到这边去，不让台电自行处理吗？不是，有两块的结构，第一块。电业法是最后一步，
那在这个电价审议公司里面已经放进去了。嗯，和后端基金是行政院的部分，已经报行政院。嗯，好，所以那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前天还开会，所以我意思说你们行政部门自己就可以先处理嘛。是，已经在处理了。对不对？哎，好，所以今年会成立这个，不论你是叫平稳或稳定基金，会成立吗？平稳基金电价审议的公司里面限制了这件事，所以必须要由那里处理。但是我们现在记账的方式先处理，但是和后端基金报行政院和这个审议的时候，那部分的基金在今年就已经直接已经成立了。对，那我要问的是，那今年台电盈余这五百亿，如果有五百亿的话，那还是台电自行处理吗？不是，还是会进到这基金里面去？会记账。OK， 记账。不是，他的记账就是他的钱会被扣出来，不在他的这个。OK， 那去年那340亿嘞，要不要追回来？还是就算了？已经记账处理了，已经记账处理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基金目前这样加起来有一定的规模嘛？是，对不对？和后端基金也有一定的规模，我们最近还在处理这一部分。对，所以我意思是说，有很多事其实电业法修正之前可以做哈。你这边讲哈，你在88条里面讲说啊，设立这个电价稳定基金，所以基本上会继承那个基金嘛，那个基金的钱会拨过来嘛。当然，他对不对？好，不会无中生有嘛。对，好，那所以不要让台电自己赚的钱自己记、自己处理账、自己去打消。我想这个部分你们拿来好，对为民众会比较有信心呐、啊。你有一定的规模基金在这里，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电价问题，他才会比较。你这边谈哈，它带有几个六个来源哈，它这里面公用售电业年度决算调整后税后盈余，这边讲就是台电这一块嘛，好，在未来台电还留着这一块。第二个是政府会拨预算，好，是不是？好，那第三个是电业捐助，这个电业捐助是怎样？我们会有一定的规费在那里吗？还是他们自动？乐捐的还是不是？但我没有乐，这个是法规。对啊，我知道啊。所以你们的规范是什么样子？好，目前没有详细规，因为它不随着不同的这个能源结构，它会有不同的对消。不然我觉得你是要讲清楚啊，因为这是整个诱因结构嘛。你希望大家进来，那你所谓捐助这一块，由于进入这个电价稳定基金，你希望它是怎样来的？你希望它的规范是什么？好，否则。我意思说，像我们前面讲的，监察院这个事情去举发，这个事情会发生呐、啊。因为我们现在跟民营电厂的关系就是不清不楚。好，到底要不要回馈？然后他的电价公司是怎么定的？好，我希望电业你这边也有讲电业捐助哈，这个部分要很清楚。那企业捐助嘞？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怎么会有一个企业捐助在这边？我请能源局先解释一下哈。委员你好，我想回答委员刚刚所的提问，针对我们的电价稳定基金的那个来源的设计的思考的一个背景哈。跟委员报告，最大的来源还是来自于台电的那个电价里面所产生的那个超额盈余的哈。那当然我们思考说，当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超额盈余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电价稳定基金还是要有适当的一个来源嘛哈。所以你有政府的预算在那里面嘛？对。对，那我们就把可能的、可行的来源的部分哈，先把它罗列在这个大方向上。那至于说那个细部的一个部分，我们会在你不能说这只牛有多少毛可以拔，我先赶快把它都把它罗列出来。你要讲你的所谓电业捐助跟企业捐助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按照部长讲法，不是乐捐呐、啊，不是乐捐，好、哦，是有一定的这个规范在那里啊。啊，没有想法吗？好、哦，第二个。最后政府来拨预算来进这个稳定基金，我觉得这个是补贴吗？那、啊、你们这个会不会让人家有补贴的这个印象在那边？不是哈，因为任何基金设计尤其是这种公有基金的这个结构，我知道，当然有政府预算的益处在这里，对对对，必须，可你不能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嘛？不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因为一旦有那一条，它就必须到。立法院报告、哦，所以部长，我意思是说，你电业捐助、企业捐助这个、哦、想清楚，好、哦，你们到底要是怎么规范？好，啊，局长，好、哦，下一页，关于电价、哦、我想电价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这个法修正以后，你说不会啊，搞不好电价还会下降啊。好、哦，啊，这个不知道是台电谁讲的啦，8月9号，他说没有，这个事情越多以后成本会增加，
又把太阳能这个风电业放进来，电价一定比现在高。啊，到底现在是怎样？台电跟能源局的态度不一样吗？或是对未来的前景看法不同？我想回答委员您刚刚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整个电价的一个运作有一个套的一个机制存在，那是一个电价的公式加上一个电价审议会。那不管怎么样，都会循这样的一个机制运作。电业法没有修改是这样子，电业法这次的调整也是这样子。所以电价是局长，我懂你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可是现在社会的观感是这样，经济部能源局这边一直说不会了，电价不会涨。台电这边不知道从哪些角度去讲，电价一定会涨。你给他一个感觉，说这电业法的修正好像影响非常大，尤其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不要各自在放话。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凭据说一定会降或一定会涨，我觉得要讲清楚。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在你们草案里面有这个电价费率审议会嘛？好，我们现在有类似的机制，有一个电业调处争议调处审议会。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电力可靠度审议会。这些都是在 设在哪个部分？设在经济部下面吗？还是能源局下面？设在经济部。好，因为我觉得这几个机制蛮重要的。比如说电力可靠度审议会，它主要内容是什么？跟委员报，我们在做那个这个电力法的修法的时候，我们现在把那个长网要做分工嘛。那电力网在做这个调度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度，也就是说你在电力那个输配电的调度过程当中，它是必须要稳定供电的。那电力可靠度的审议会必须要去审议它的电压，也跟备载到底多少，会不会有限电，这些东西都会连备用备载那个备用备转容量都有关联。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台电出来放话，现在已经有限电危险了哈，现在已经到什么颜色了？好，你。其实我的意思是说，甚至在电力法修正之前，你这个电力可靠度审议会也可以成立啊！不要每天在那边担心，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民众是还担心明年的事哎，担心明年夏天会不会限电呢？啊，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机制出来，要么就民间好民意他们去做，其实最后都各说各话。政府电业法修正之前，不能成立一个电力可靠度的审议会吗？跟委员报告，其实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这个每固定的时间，我或者是我们的次长会主持我们电价的供电的电力的稳定的这个审议会哈，那个会议其实就是这个部分的。对了，可是你的法律里面新的修法里面还会包含很多其他外部的成员嘛？这样你才会增加客观性嘛？是，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不论是台电或经济部。第一个电价讲话就不一样，上或下不同。第二个会不会限电，到底台电讲了算数还是经济部讲了算数，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修法有些内容不一定牵扯到整个产业结构的，是关于资讯透明这一块的。是你的这个电力可靠度审议会，我甚至觉得说，你其实今年就可以做，就跟我前面讲的，你这个电价评议的基金。其实你也不需要在电业法修正之前就可以做。当然，我们希望电业法赶快有一定的结果。可是我一直说，有些事情哦是之前就可以做的了。好，那个部分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电力稳定的汇报有外部成员在的。对了，可是你并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机制嘛？你如果按照你电业法新的修正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大家更比较能接受。当然是的。哦，不是为什么要修法嘛？感觉政府在放话吓老百姓，我觉得这样形象是非常不好的。好，因为我们招委已经站起来了。哪有，我听了入神了。哦，听了入神了就站起来了。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徐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主席，请部长。部长喝水，慢慢来，没关系。好，请李部长。好，谢谢。张委员早安。部长，我想修这个电业法哈，姿势体大哦，不但影响电力稳不稳定，包括价格合不合理哦。我想这不是只有在今天哈审查的时候哈，大家所有委员的意见呐，包括全民都在看哦，看这个电业法到底修完以后呢？会变成什么样的
哦，是不是真正能够保障人民呢？哈，那我想这部电业法呢，也用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就让电力非常稳定，电价也合理，可以说是全世界都能够群起效应，都觉得台湾的这个电价是非常合理的这个价格了哈。那我晓得就是说新政府上来以后呢，急急营营要修这部电业法，到底目的为何？那从七月份能源局就开始提出了版本啊，当时呢我们一看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啊！怎么可能把台电公司拆解成四部分，从发电、输电、配电到售电完全拆解？那所以台电公司上街头了，我也在这里办了公听会，听取更多人的意见，慢慢的现在拍板定案变成一分为二，但是这一分为二当中呢，我真的要请教部长还有我们能源局长，也就是说你修这部电业法的目的在哪里，你可不可以简述一下？先澄清一件事，七月份的时候，那个即使是能源局那个版本，也没有要把台电大卸四块哈。那个时候我们所提出来的版本，其实就已经跟这个台电工会的同仁经过讨论，那么利用这个部分才提出来的。那后来只是把它再做得更清楚的这个定义，那是经过行政院的这个协调。但是其实在最开始就没有要把台电大卸四块了，就您刚那个说法。我第一次看到七月份的版本是大卸四块的，那是能源局发出来的。没有，那块没有了，他那块一开始就没有设计，因为一开始能源局就参与嘛。那接下来您所提到说，那为什么要修这个电业法？因为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么全世界因为这个所谓的减碳的这部分的要求，温室气体，我们台湾自己内部的温管法也已经限制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能源进入我们的这个电力供应市场当中，所以在这次的修法当中，首先开放的是再生能源的发电业，希望有更多的再生能源进入这个市场。实际上，以台电现在来讲，它提供70%左右的全台湾的发电，那输电的部分是完全由台电在处理的。那在这个阶段的修法的时候，我们希望引进更多的绿电，所谓的再生能源电业进去。那台电当然也会因为这样子积极的开发再生能源，那我们希望在这样的结构底下有更多种类的能源进入我们的电力市场。好，那个部长啊，第一个我先表明，我没有反对再生能源，好，我也没有反对绿能产业了哈。但是呢，以台湾这么小的面积啊，跟美国、日本的这个大的面积比较起来哈，那当然呢，现在先阶段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绿能先行。我比较有意见的是，绿能先行，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直供嘛，对不对？或是直接到用户售电。那好，我要请问你，目前我们是针对有些公司希望干净的能源，希望是能够绿电直供，但是我不晓得现在目前包括 Google 在内，他也愿意用高电价，而且真正只有购买绿电吗？他愿意吗？不是，我们的思考不是单纯的只针对 Google 或者是任何一个大型公司。那当然，就是还有其他的，我是举例。对对对。那真正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现在的想法，一般民众总以为再生能源一定比较高的电价，其实是不一定的。当我们的量大到一个程度，而且全球的科技跟最近的模式来看，再生能源是一直不停的在降价，在特定的国家甚至降的跟现在一般的市电是一样的价格。那如果说部长假设你没有政策补助，没有保价收购的话，再生能源的价格会偏低吗？不是，一开始全世界的发展趋势都是一开始先补助，然后逐级的降低它的补助，当它的技术跟它的市场越来越成熟。所以现在设计跟全球趋势是一致的。好，部长我比较疑虑的了，就是说我们在第一阶段里面就绿能先行嘛，而且在整个再生能源当中呢，跟原来的配比啊，从 4% 达到 20% 了，那也就是说呢，这个阶段里面几乎啊，大大小小所有的全台湾好像在疯狂一样，每个地方都要去种电，包括所有的国营事业，昨天已经台水跟台电已经迁入了备忘录。我不晓得蓝潭跟澄清湖，如果这边的居民非常清楚的话，他们会不会知道说未来我们在整个风景区啊，大家来蓝潭的时候，你听过蓝潭泛月吗？有，
对不对？也就是天色好的时候，我在那边游湖的时候，月亮照在这个湖面上，多诗情画意啊。那现在用浮动式的这个水面的太阳能板，那是以后变什么？蓝潭饭太阳能板吗？不是，那个变成这个样子吗？这第一个破坏完全的景观呢、欸。而且你们现在啊，这无孔不入哎、欸，每个地方啊，通通在种电，包括连这个水库都不放过。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哦，这整个会破坏生态，而且整个透光率，我们本来啊，水质还是需要有太阳光啊，真正的一个曝晒，它才能够完全杀菌。结果现在呢，不但优氧化，甚至藻类增加，水质变差。好菌不在，坏菌滋生。我想这是水库的安全吗？而且这如果台湾用空照图看的话，像那贴膏药一样、欸，2%而已。到处一块一块的，全部都在做太阳能板，因为你所有的再生能源当中有73%做这太阳能光电。我不晓得这有没有跟财团挂钩？为什么急于这段时间呢？马上要大量的扩征，台湾多大？部长，台湾多大？台湾是这个三万六千方公里嘛。好，这么大的面积，你跟美国、跟日本比较，我们看一下美国跟日本了哈。美国跟日本呢，你看呢哈，它走到2030年的时候，它原本的起点。就是绿能再生能源就12%，我们才4%。它的面积啊，美国跟日本，现在大家最崇尚美国跟日本嘛。美国跟日本的面积大我们几十倍、几百倍。它的再生能源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是23%，日本是22%，台湾达到20%。你现在的条件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吗？现在你可能啊，每年平均啊要增加17%。你现在连工作船都没有，国建国造还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个眉目，包括渔民抗争、农民抗争，一大堆抗争，环保团体抗争。我觉得你们不要讲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但是做得到吗？是跟委员报告，您提到的这个工作船啊等等，那个是离岸风电部分，那个已经那当然，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整个的再生能源当中呢，当然有风力、有水力嘛，哈，还有我们的太阳能嘛，那太阳能占73%嘛，对，所以我就说现在一窝蜂啊，你知道所有你说啊经济产能高到1.7兆，哎，中央政府总预算也超将近2兆，哎，哦，那你所有的资源各部门。只要有地的，你还记得吗？你说要释放出10000公顷的农地，我当时说啊，哦，如果拿良田来种电，本席是绝对不肯的。是，后来你改成土地，哦，说什么地层下陷区啦，易淹水地区，不利耕种区。但是我跟你讲，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因为馈线的部分呐，啊，哦，这些厂商啊。可能很难处理，所以我听到的，也就是说啊，假设要找地来种电，哦，也要找那个离变电所比较近的，那个偏远地区啊，荒废的土地啊，最好不要找，哦，因为以后加上整个输配电的成本会太高。所以部长，我不晓得这个政策，我当然不反对，因为现在巴黎协定以后呢，哦，也是要慢慢走向节能减碳，但是你现在配比啊我们认为有问题，哦，也就是说你现在天然气占50%，火力发电占30%，绿能再生能源占20%，以台湾目前的状况，真的可以做到吗？真的像你说的，不缺电，而且电价不会涨吗？我上次讲过，部长不要公然说谎。是，那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您刚垂询的一系列的问题，嗯，哈。那第一个水库的部分，那个以这个景观的部分，其实几位委员包含您在内都垂询它的这个景色的部分，对，那那部分在整个规划当中的确列入考量，嗯，那水库的面积现在所规划的是不到2%，嗯，所以它是很小块的面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20%这个部分，从全球这个趋势来看的时候，部长你可不可以放过这些水库啊？
南屯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欸、是澄清湖还有湖山水库也即将列入，这些水库万一发生台风或是淹水，它会不会严重阻塞，会不会造成污染，造成第二次的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想到啊？有的，他现在部分在规划的时候，那个没有特定的点，但还没有特定的点设计。你们昨天签的备忘录是签哪里啊？南坛跟澄清湖嘛，对不对？澄清湖没有在里面，没有在里面。澄清湖南坛，我云林县就是南坛附近啊。对，没有嘛。我想要发动抗争了，拒绝在南坛上面哈盖太阳能板。我刚刚提到无论是浮动式的水面太阳能板，我想 是国际的趋势，但是用在水库饮水的地方或是泛舟让大家来欣赏的地方可以吗？对，就像您提的，国际上有很多案例，但是它不到 2%。 好，部长，还有促协金的问题，我相信之前我们曾经咨询过，也就是你在囤购电力的时候，你已经给 IPP 电厂这些的一个促协金，那是不是能够公平公开公正的把这个你所谓的商业机密跟大家报告，让大家非常清楚的，我在这里的电厂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健康的威胁，但是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回馈的机制来敦亲睦邻，是这样可以吗？可以，我们也请委员支持这个新的电业法，它里面放的这个部分的法治基础进去了。部长，经过公听会以后，我们的电业法、大概有点雷同了、有点雷同了、但是呢，我基本上我还是认为啊，综合电业是应该是我们的本呐、应该 不要因为、要跟着流行啊，要跟着什么而把整个原来的基础给弄坏了，给破坏了，破坏这样的体制是不好的。但是呢，绿能产业我没有反对，是，但是是不是？真正要达到 20%， 应该要因地因事而质疑、要了解现在的状况。谢谢部长。了解，谢谢。好，谢谢张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请王惠美委。主席，有请部长。请部长，请部长。王委员，早安。部长，我看从我们新政府上任之后啊，这个电业法显然变成显学啊。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新政府啊这样照进的一个脚步啊，却引起很多的一个反弹哦。那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所谓的电业自由化，变成了第一阶段的绿电先行哦。那我想请问部长哦，政府对于电业法的修正，是不是有一点叫做雷声大雨点小啊？那个跟委员报告。这个电业法就像您跟很多位委员所提出来的，它牵涉到全民的福祉，也牵涉到我们产业的转型的重要的基础，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办了很多次的公听会，那从第一天开始思考的就是怎么样疑虑不断嘛，对不对？没有，好，来，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修改电业法有三有这个核心精神嘛，哈，那也就是说电业要自由化，那自由化的这个精神的有一个前提，三个目的嘛，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电力要稳定嘛，是我们的前提嘛，我们的目的是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电业的经营的一个效率，让我们的增进我们用户的一个权利，然后呢，营造一个友善的分散式的一个电力发展嘛，对不对？这是电力自由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嘛？对。好，那我们来看看你们这次所提出来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方向啊，你是违背了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自由化的一个精神哦。因为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啊，你这个过程中啊，也没有看到你这个法条里面对台电的绩效，你们一直过去认为它不佳，那到底有做了哪些改变？跨博。第二点啊，用户的一个权利啊，我们看到你这个整个制度下来啊，显然我们的用电的这个价格会增高，然后呢，我们的用户要求啊，我们要绿能啊，能够直接绿能，又好像没办法直接买到这个绿能啊。第三点啊，原本我们是要分散这个友善式的一个电力发展啊，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有一点啊，变成啊孤注一掷啊，好像变成不是分散风险啊，是把风险都集中在所谓的绿能啊。是不是请你简单说明一下？是不是的，就不是把风险都放在绿能上面。那您刚所提到的，在整个设计当中呢，那么台电公司在这个部分所谓的绩效的部分，其实在就像刚刚这个董事长曾经提到过，在往前走的时候做所谓的会计账分离，其实就可以把绩效在内部做透明化的分析。所以在那个部分呢，
台电现在跟经济部本来就对台电的绩效做评估的，还不错，还是不好？我们从来没有说他做的不好啊。这个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有说台电不好，你都肯定了哈。对啊，我从来没有否定台电同仁的努力，但是有在进步的空间，是不是你想讲的？对，全世界所有的企业跟单位都有改进的，包含经济部在内哈。我总可以讲经济部可以再进一步改进吧，那个经济部长一定可以讲这句话。那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么绿电的部分呢，可不可以绿电可以植工的？但是我们也担心这个绿电，尤其是当它提供给用户，为了保障用户的权益，我们也允许它卖给这个公用售电业。那利用这样的结构，公用售电业本身的备载容量跟它原先的这个设计，可以对用户做最大的权益保障。修法我们都不反对了哈，但是有几个实质上面的问题，我再来跟部长你做讨论哦。第一个，台电的未来哦，我看你们在几次的公听会啊，包括专家学者以及我们台电的员工啊，都非常的忧心呐。那你们这个6到9年之内要把长网分离啊，恐怕呢会让台电有这个拆解的一个危机啊。那本席所提出来的版本是以控股公司实质的会计分离，让未来台电在它子公司能够独立运作。那但是本质上它还是所谓的国营的一个国营呐哈。但是呢，我希望说，我们部长，你们对于员工的这个忧虑啊，我们不能够忽视。那部长，你可不可以在这边承诺，那电业法修正之后，对于台电的员工权益，我们怎么样来保障他们？然后呢，你们又对他的这个体质的一个改造啊，怎么样来具体的来提升他的一个效率？是，谢谢。在这个您的这个修法的版本里面提到这个转型为控股母公司，现在的电业法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在规划，也是这样子的提出这个法条。那台电公司维持国营事业，所以我们对国营事业整体的员工的这个管理办法跟他的权益保障是维持不变的，绝对不变的哈。是啊，那先让我们台电员工先稳定下来了，这是第一个了哈。是的。好，再来的话，我们其次啊，电业自由化，我看看啦。你们现在的版本只是绿电先行嘛，但是环团一直要求啊，我们这个应该要自由化，要一步到位啊。传统的火力电厂啊，应该也在第一个阶段就要加入。那我想请教部长，你对于环团的期盼跟压力啊，你要如何来回应？再来的话，未来逐渐开放各类的这个电业进来自由化的过程中，如何你在环境影响跟电力供应之下能够求得平衡啊？或者这根本就是一个快丢崩没丢，而且的假自由化。是，我们在设计上面把电力这个排碳系数的设计放在电业法里面，也恳请委员支持。那个排碳系数的设计，其实就是以逐渐减低二氧化碳排放。可是这个又有专家学者在讲啊，我们本来的设计是大企业、小企业通通可以进来啊。可是当你过分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过程中，好像变成大家投资意愿就不高啦。你到时候这真的会不会像我讲的快丢崩没丢的假自由？应该没啦啊，应该没，因为第一个这个整个设计里面的迄个在整个它的备载容量的这个规划等等，而同时我们在补助跟就是怕这样啊。我们就再来探讨啊，我们现在的绿能啊，它根本连蓄能的这个功能都不太有啊，你何德何能能够再来承担你的这个负载啊？不是备载啊，绿能的部分它天生在这个架构底下，一旦它进入公用售电业的时候，它在这个电网的结构的时候，它等于是电网做成它的被这个储能的这个平台。但是如果等到储能技术更成熟的时候，它可以单独的设立。所以现在的话还是一样，它要到我们的电网嘛。那像 Google 我就要讨论啊，像 Google 它要买干净的电啊，我就是要绿能啊，你怎么去区分它？它的职工的部分本来就可以职工在新的电业法的设计，即使是跟 Google 做非常详细的讨论的时候，他们的设计里面也了解到，在绿电，它只是要能够清楚的分辨100%的绿电，可它在不足的部分还是。可是我们现在设计还是不行啊。没有，它的自即使是 Google 的设计，也希在各特定过程当中，也希望有一部分的电网做成。我们会看哦 ，Google 我会帮你当成一个指标哦。是，当然。Google 买不买你的绿电，我会把它当成一个指标哦。好，再来，我们再讨论到第三点，有关于监理机关的一个问题哦。那你们行政院版本呢？未来的监理机关是行政院指定电业管制机关或者
前提，哎，钱是由你中央主管机关代为管理。那我想要问第一个，在还没有指定之前，你经济部有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源以及专业来因应？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说，如果要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到底这个机关的层级的位阶应该在哪里？它是比照电信自由化以后的这个 NCC 呢，还是设在你的经济部署所属下的这个三级的一个机关？再来，本席是认为这个监理机关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呢，它这个现在的电的东西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经济的一个问题，它甚至是一个国安，是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一个问题。那本席是认为应该有独立的二级机关，才能够来协调各个部会。那针对我刚刚问的这个几个问题，请问部长。谢谢那个委员您的垂询哈。那个在现在的设计当中，现在的电业法提出来行政院的版本，实际上直接指定经济部作为这个电业法的主管机关，所以您刚所提的那几个委员会等等，都设立在经济部底下这样子。在你的底下？是是，我就很担心啊。为什么呢？哎呀，对，我觉得经济部，我要担心你的人力啊，我担心你们的专业各方面啊不够啊。再来一点的话，你国安问题、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不是你一个经济部能够去 handle 的啊。本来就不是，对不对？那个，所以我对你们这个独立的监理机关，我就 又有一点质疑了。在经济部设，那等于你们现在的设置还是会在你的手下喽？对，经济部设置，但是那个要点的部分，我会觉得你们这个有点换汤又不换药啊。不，不会啊，因为第一部分在那个设计底下，我们会好。最后一点没关系，我再问你哦，有关于你们现在七月份呐、啊，能源局所揭示的、啊、有关于台湾未来的能源比率啊，天然气是占有50%，然后火力是30%，以及再生能源是20%的比率，是不是还是如此？那个是以那个百分比来计算排碳系数，所以是以这个部分来做计算。没有错嘛，但是新的技术如果进步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还可以再谈就对了。对，好，那我再请教部长哦。我们过去实际上政府啊，包括我们台电啊，以及我们的能源局啊，已经不断的在发展所谓的再生能源啊。但是就你所认知的过去，是因某告林金啊，是安娜啊，不然你为什么认为说你们现在所提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哪里已经有克服掉过去的问题？比如说我想要讲的就是说风力发电过去呢，因为渔权的问题、环保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太阳能光电因为土地的问题，那我现在想要了解的还有地热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那我想要了解说过去政府一直在推的到你们现在到底哪一些方面已经克服掉了，不然你们怎么会这么认为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绿能能够发展的这么顺利？是，谢谢委员。政策的全力支持跟清楚的政策方向绝对是绿能往前推动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资源的结构，在过程当中所有相关的政策配套跟所谓的民间企业的投资的引入，才能够让这一部分能够真正的往前行。那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看到这么多的新的投资案在进来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个大院的支持让电业法能够往前走。好，以前你那时候我们以前就不支持你们就对了，所以我现在你的做法的话，以后就会改变就对了。不是，我没有说以前不支持，我只是说你们现在会更支持我们。我们希望哦。问题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真的对我们未来的电脑真的是忐忑不安哦。最后一点，我再问你哦，如果你是业者，基于成本的考量，你会特别去建立所谓的独立回馈、独立馈线给用户吗？还是你还是会用过代书的一个为主？那原本希望直接购买纯绿电的这个 Google 这些人呢，最后这一里路你怎么来克服啦？是，谢谢那个委员跟您报告，在那个设计底下哈，您刚想的是说非常大的用户，事实上。全世界的绿能有两种的结构，一种是大型的用户，一种实际上是小型的用户，所以公民电厂这样的设计，两者在这个电业法当中都被支持的。我是帮你算过，你用风力，去年整年度的风力发电加太阳能发电不够，只能供应我们 Google 15年哦。15%哦，你知道吗？所以几家大型的公司，你这些绿能就已经 over 掉了、哦。我现在是很担心哦，你在电力不稳定的状况之下，你未来的经济怎么发展？而且你要考虑掉台湾是个这个能源孤立的一个地方，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要透过进口才进来。所以我希望你在政策的研议的过程中，你能够多方的考量，好不好？好的，好，谢谢，以上谢谢。我们也跟 Google 好，谢谢王委员，谢谢李部长。谢谢，接下来请林代化委员。主席有请部长跟台电董事长。谢谢部长跟朱董。林委员早安哈。好，早。为什么要修电业法？因为我们认为下一世代的能源
必须要有更多的选择，那用户能够不修电业法，可不可以支持绿能的发展？不修电业法，修绿能的发展会是跛脚的，哦，它是不完整，对。为什么会跛脚？因为目前是因为台电不配合你，还是因为你修了之后台电就会配合你？在法制结构上面，现行的电业法，所有的电力结构只能够透过台电来售电，是那个。固然看起来像是对台电的保障，其实也是对台电的限制。这个为了目标支持绿能发电，而要修这个电业法，会让本席啊，实在是可以说是哈很难决定要不要支持。不是支持你电业版本，我也在犹豫我要不要支持台电。但是原则就是我要支持绿能的发展。如果我只能说两个呢，我都大打五十大板。我只能说，修了电业法之后，对我人民直接收消费者来讲，它是不是能够维持合理，或者是甚至比较低价的电费？第二个，它能不能稳定供电，不管民生用电跟工业用电？好，在现在的这个电业法修了之后，本席又会非常大的疑虑。但是呢，我如果不支持电业法，这个台电啊，你会不会就真的配合政府新政府的政策来积极发电台电？本席也质疑。所以本席对于现在电业法要不要直接去支持，站在我民众的角度，我非常的担忧。低价的，不要说低价了，合理价格的电价跟稳定的民生跟工业用电，我大打折扣。台电你呢，我说我会质疑你的原因，你看看你们，好，我现在就是这张表，这还是你们台电自己公开资讯提供出来的。以你现在部长，我说您现在修了电业法之后，台电会不会配合你？我认为也不一定会配合你。好，不是说他故意跟你搅局，然后跟你扯扯后腿，我们就数字嘛，你的100，你说绿电先行嘛，你一到今年九月以前，你的装置容量，好，跟去年的104年的发装置容量跟发电跟电量，我们就以装置容量就好了。你有多少设施，你会提供多少的这个容的发电容量？你的火力、核能跟再生能源，到今年九月以前哦，火力的部分，好，在燃油、燃煤、燃气，好。燃煤的部分占了24.19%，燃气的部分占33.85%。好，所以火力整个油啊、煤啊、气啊，哈，整个占你的装置容量大68.6%，68.62%。核能呢，你的今年九月以前的装置能量是16.37%。再生能源呢，包括水力、风力、太阳能，你才整个装置容量大6.72%。今天电业法修过了，你的装置容量，你没有投资啊，你怎么可能会增加你的绿能呢？所以我说不修，会不会达成你绿能？你只要政策部长你指示下去，我就是可能我的再生能源比例，好，我必须提高到几%。台电就是得做董事长、总经理，所有的同仁带领下去就去支持了嘛？需要修电力发电吗？需要修的电业法吗？也不见得。好。那再来哦，这个第一个是我觉得说发展再生能源的整体规划，我觉得光是你现在的预算配置，好，根本就没有办法呈现说绿能先行。好，我们再来看你的发电业的经营，你们发电业的经营啊，你就以行政院版本，我觉得非常奇怪，你的第三页的第二行说。我的电饭法的修正啊，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多元供给、公平使用及自由选择的市场。可是你行政院的版本是什么？是限制自由选择，欸，好，其实你还是属于保护的哦。但是呢，你跟自由市场、保护跟自由市场本来就是矛盾的。那你这句话说做多元供给、公平使用、自由选择的市场，在你的条文当中是讲到说，我非再生能源的发电业者只能将电能卖给台电，不可以直接出售给用户。但我们其他委员的版本
是只要发电业者可以除了呢应该设置发电厂产生电能之外，我们所有电厂之间是可以自由的电跟其他的电业业者，我可以跟自用发电的设备啊，我们是可以自由购买的。好，那你这不是保护台电吗？你们所有对于你们行政版本是所有电厂，你卖电只能卖给我台电。那我其他版本的呢？委员呢是说我们电厂之间是可以买卖的啊。那你说好你要限制它，你这个是说你要逐步开放。那本席很好奇，你的逐步开放是怎么逐步开放？委员的版本，其他委员版本才叫真的自由啊。好，那你的逐步开放是怎么逐步开放？委员，您刚垂询了好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电业法修改完之后呢，那么用户会有多重选择，所以那个部分其实对于用户是额外就比现在有更多的这个好处。那您刚提到的这个什么时候会开始做成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力机构电力的电厂也可以自由买卖，那是到第二阶段的这个部分，就是6到9年之后那个部分，当我们的整体的市场成熟跟相关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电业的这个架构已经成熟的时候，那么才会开放那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为了稳定供电跟电价，同时考虑到排碳等等的处理，所以那个部分是经过公听会跟还有跟所有的这个各方的意见整整出来的。好，我们来说，真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一直强调，对人民有好处吗？好，你说售电，好，我可以自己社区当中自己买电，好。那包括就说未来呢，除了台电可以直接也卖电之外，我也其他业者也可以卖电，竞争的结果，我就以中华电信来看，中华电信现在可以自己经营，然后其他的一些民间的电信业者投入之后，真的刚开始也许有啦，好，对民众来讲，我们的汇率有稍微降低啦。但是之后因为自由化的结果，譬如说远传啦、中华这个台湾大哥大等，他们可以租用中华电信的这个品的这个固网，那租完之后，然后呢他就价格就竞争嘛，感觉上是他降低了，可是我们问每一个都有在使用手机的人，真的有降低吗？我会为了要赚钱，所以我好多的配套刺激消费者，你一定还是得会有很多的方案，其实真的对消费者来讲真的有便宜吗？我不认为有。在以中华电信这个事情民营化之后，好，是不是真的价会降？没有。第二个，总体来讲，好，是谁有办法去标那个案子？还是只有财团嘛？好，那财团将本求利，是不是整体上来讲会不会这么多家竞争还是财团啊？除了中华电还是财团啊。再来第三个，以我国库来讲，我们是有投资中华电信的，他得因为股东的关系他必须缴库，也因为这样利润降低了，所以他缴库的金额也少了，所以我从人用户端我是不是真的有受益，好，以及我从这个我国家这个国库的部分的收入，其他的竞争的业者他不用缴库的，他还是一样就是盈利啦，中华电信之外的这些业者，他只是租了这有钱之后，其他的盈利就是他个人的盈利，都是这些财团盈利啊。可是他有没有教会我消费者？没有啊。是那个喂。所以同样的，你台电也是，你在台电的问题更复杂。台电当中有一个，你说民众，我除了电费之外，我的输配如果按照你100%的自由化，你的输跟配是也要自由化出去的，最苦干实干的就是输配电，输是什么？你要的电网，你的抢修，像现在我们天灾这么多，抢修维护这都是输嘛。配好你的变电箱，你的配电所，你的变电所，如果照你的计划，你这一块都要自由化、欸。好，那如果这一块有人要去标的话，这是苦差事。我为了赢将力求本，我为了。我这些都是苦差事，我一定要很多资财跟人力的成本，那我怎么可能会稳固？像现在台电输配电，你说让他们这个东西呢不自由化，所以说我就说你这个整个切割出来，从发电、输电、配电跟售电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只要我就说
台电部长进了，然后呢，我们中央政策呢，为了逼台电呢、啊，你也搞了一个自由化、啊，让我真的实质台电，我实质人民在用电户当中是不是受益？好，再来，好，我就说我真的站在民众立场，我非常非常的质疑。再来，我农业用电，我学校用电，我的乡镇市公所最苦的，我的路灯，中低收入户的用电，目前其实都有减免。好，那你现在回归各主办单位去，现在的裁员这么的紧缩，好，你要他怎么的去负担这个费用？好，中低收入户到内政部，我学校的部分拿到教育部，然后呢，这个农业的部分拿到农委会，回归了路灯的部分，我不知道要给谁认养了啦，哈。这个可能又要道路的关系，有地方的道路，有中央的道路，好，那个道路上的那个电，好，我都不晓得现在要谁回归到各部会，除非政策指示啊，否则绝对不会编，那是不是又引起民怨？好，再来，好，对，刚才台电的这些哈输配电的部分，好，这个也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感受最深的。光是现在统一哦，台电现在这么的辛苦啊，统一集权的这样抢修，都已经有这么大的负荷量。你如果包给民间，我真的深感担忧啊。这次的抢修，真的全国老百姓对台电啊的工作同仁，真的是百分百的尊敬跟感佩啊。好，部长您回吧。好，谢谢您垂询了好几个问题，我很快的逐条回答。第一个，那个您刚提到的这个所谓，先从到最后这个题目。就是所谓的抢修这件事，就是输配电业的这批同仁，他是国营，而且是自然垄断，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开放给民间使用。那个部分其实这个原来的就跟今天的设计是完全一样的。那您刚提到说，就你类比的中华电信这个结构哈，其他的企业它是这个才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中华电信是因为政府有投资，所以它是从自然的。这个股东结构取回这个资金回来的，那在这个台中华电信的员工并不是国营事业，在现在这个结构台电的这个设计往下设计的时候，原来的这个结构即使它分为所谓的控股公司，它还是这个国营事业，所以那个部分是没有。那需要那么复杂呢？你为什么明明就台电一体，然后你还用控成控股公司，让它成为拆解公司，然后拆解子公司，然后我才成立一个控股公司，这不是很复杂吗？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新的其他的电业的结构，所以我就说呢，你就政策指示之后，百分百照你现在绿能的目标迈进，台电配合你，你就能够做到绿能先行，好，绿能啊、这个用那个广泛使用。就能够做到，根本有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需要修到电业法？是。今天我不太，我持非常保留的态度的原因，是会很冲，我个人会质疑，觉得会冲击到我的用电户，我百分包括我偏远地方的用电户，是个人非常质疑的地方。那个、而且你现在讲说不会质疑，真的修过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没有办法收拾啊。不，因为那个部分所谓的偏远用户，它实际上还是不是只有偏远啊？你电的合理的价格跟稳定性，以及你输配电是你讲的哦，是说你要他们那台电他苦差事都台电做，拆解之后苦差事还是台电做，你会只期待台电会赚钱吗？你所有的成本最重的成本输配当中还是要求他做好，那包括你那些本身对于中低收入等等农业学校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各部会他不吃下来的话，不好意思，我们委员还是要求你台电要吃下来。是在那不可能的啊！那你这么大的成本，这么大的政策负担，还是要台电来做？那这叫那你跟修不修有什么关系？再来，真的，如果这些输发输配电。包括发这个售电，你全部谁有能力去吃下这四大部门？还是财团嘛？谢谢主席，不好意思，还是只有财团有办法去吃下你这些集团嘛？就像你现在的气电工生厂一样啊，气电工生厂我们政府就被他压死了，你知道？就九家感觉电业支持电那个气电共生，结果签了一个长约，
好，然后所以那个价格我们还不能变，所以台电就闷着头，让九家的这个气电工生厂，我们表面叫做自由化，叫做支持这个绿能的发展呢、啊。九家的气电工生厂，就看你们现在台电亏损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呀、啊。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台电当中谁有办法去吃下这四大部门财团而已嘛。好，所以我觉得你要审慎评估，重点本席绝对支持我们现在小英跟林权政府的绿能政策的发展，但是要支持绿能电政的发展当中，你设计的电业法是不是能够真的达到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能够达到目的，我明现在有的受用户所有的他的用电的低价的合理价格跟他的稳定以及抢修的当中这个输配的部分，好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最在意我们受用户的感受。好，谢谢以上。谢谢、谢谢林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请孔文基委。主席先宣告，等一下苏正清委员发言完，我们开始处理临时提案。今天只有三个提案，好，麦照哦。好，那个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李部长？请李部长。公委员长，部长，那个我们在讨论电业法修正之前呢、啊。我觉得部长应该要针对我们现有台电啊，台电公司啊，就是说你被拆解了之后，那我们现有台电的员工啊，啊，你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因为这个我这家公司要拆解为四啊，就是这个发电啊、输配电、售电啊。那我们台电公司在过去讨论的时候，特别是讨论核能发电的时候。啊，常常都被批评说我们台电绩效不佳。问一下，啊，你们但是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是，台电是全世界绩效最好的。那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电业法修正之前呢、啊，对台电公司啊的员工啊，你有什么交代没有？谢谢。那你们第一件事，拆解不是一个正确的字眼哈、啊。这个电业法完全没有拆解台电，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分成这个控股公司的这个结构。那他的员工还是持续受到国营事业管理办法的这个保障，那当然他也因为这样他是国营事业，所以同样受到国营事业管理办法的这个管理这样子、所以那部分不应该视为拆解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电业法修正之后，会那个台电员工所有的员工的工作权益都还是会保障吗？他是国营事业啊、那个、都全部还是会保障。对啊，是好。那那个其实我这边是要发问的是，大概可能刚才几位委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讲得很清楚。那我这边是比较关心是在这个绿能发电那绿能发电从明年度开始，我们台电是要编列太阳能啊，太阳能好像是800多亿嘛哈、啊。那所以你们现在都在找土地嘛？那早上那个张立善委员他坚决反对蓝潭水库啊弄太阳能板。那将来日月潭如果弄这样的话，那几乎大家都不用去泛舟了哈啊等等这样的顾虑哈。所以这个水库你刚才讲说你不会用到2%哈啊，不会用到2%，可是今天报纸都登了那么大篇啊，那这个2%是在哪里？不是，就是它的面积不会用到水库。对啊，这个面积啦，我说这个面积的水库，那个水库是指哪里的水库？淡水库面积2%。那你说什么水库没有啊？是你是讲什么水库？没有，我们在那个会评估嘛，就往下做。那个台电跟台水的那个设计是一个评估，它 MOU 签署之后才可以开始做进一步的评估。2%哈，其实我们台湾的水库在管理的时候，从经济部的业管范围来看的时候，不同的水库本来就负有不同的任务。有的水库有发电的任务，有的水库有泛舟游览的任务，有的水库有防洪的任务，那有水库只是供水而已，它本来就设计成不同的用处的。所以发电其实不是一个全新的思考，它本来就是这个在水库设计的时候就本来就放在它的、因为你们现在是土地的问题嘛，上次我们在那边讨论，你说10000公顷的土地，你现在只找到了8000公顷，是还差2000公顷嘛，对，所以本席才会建议说要在偏远地区跟高山地区啊，是您哦，
咨询过这个，要有一个原住民地区的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园区嘛，对不对？哦，像这个的话，你们要考虑啊。你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你既然是谈到高山水库，那我们那个万达水库那个几乎是已经三分之二已经是这个泥沙淹没，哦，那个是不是不想清的话，那不想清的话，是不是弄个太阳板？这个可以考虑啊，是那个在台电的规划里面，那个是微电网的区域嘛，所以本来就已经放在这个规划当中了。哎，因为您在这个问题上垂询好几次，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我希望算是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哈，后来你们出来只有两张纸而已，那两张纸的话，就说你们现在有保留地的什么限制，我觉得这你们真是很糊弄嘞，三个月时间才研究出一个原住民再生能源专区，哦。那后来我又提了，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心认真去思考，啊，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了，啊，你们才两张纸说啊，因为受限于保留地管理规范，那你们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了，啊，所以既然有这个太阳能发电，全国都要绿能发电的话，你不要忽视我们原住民地区嘛，不会了，原住民族地区在高山地区啊，加原住民族地区在台湾的面积是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左右嘞，啊。包括高山地区啊，那你这个三分之二土地面积你都不用管吗？大家都在找地，哦，现在加工区啊，地层下陷啊，全部都是将来都可能再生能源，那为什么可能忽视原住民族地区？没有忽略了，哎，谢谢，哎，所以这个我想说，有很多这个我还是考虑到，就是说最后嘞，啊，那个这个谈到绿能发电。啊，电力自由化，那现在大家说不可能低价的嘛，一定是涨价的，啊，一定是涨价的。那这个电价要涨，这个部分呢，啊，你推了这个电业法之后，那我们这个电价，你说不会涨价，那有什么样的措施不会电涨价？是，谢谢委员。那个我们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它的公用售电业还是实际上受到电价公示的这个限制，所以不会因为修这个电业法而造成电价上涨，因为它还是受一样的这个电业的管制公示。同时在那个电价公示里面，50%是国际燃料成本的部分，所以从这个结构来看，不会因为修改这个电业修订这个电业法而产生电价上涨的这个问题。这个电力这个部分呢，啊，我这个这边是有个资料了，就是说你这个电业法开放，我们要发展绿能发电，啊，这个大家可能就是不会说，这个电价嘞，啊，你们这个核能发电是最便宜的嘛，啊，0.96元嘛，燃煤是1.3元，燃气是3.92元，啊，目前的电价应该是2.9元嘛，对，那个是燃料成本的计算，不包含那个废料的处理。对，那你现在要怎么鼓励这些我们的一般用户啊，怎么去买这个绿电？是在设计上面，一旦新的这个电绿再生能源进入的时候，职工的部分，那么在某些我们在当时思考的部分，有举个例子好了，一部分的企业，他在这个把所有的节能做到最尽力之后呢，他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排碳标准，那个时候他采购绿电的时候呢，那么他会得到一些这个他的使用电的这个排碳的这个架构就会降低，所以那一部分呢，他其实会有压力需要采购绿电，所以我们在推出这样的架构对这些企业是好处的。除此之外，公民电厂的设计也因为这样子降低限损，也是这个电业法所能够达到的一些额外的效益。部长，那个我希望这个电业法推动之后啊，不要不到一年，我们的电价就上涨了，啊，它的电价上不会因为是就电业法产生的。我知道啊，但是因为有你开放了这个绿能发电嘛，啊，开放了这个绿电先行嘛，是你不要不到一年，这个什么民生电价啊全部上涨，因为供这个就是外国很多例子嘛，美国德州有一个农场啊，电业自由化之后嘞，他一年就倒闭了，为什么？他的电费成长了3倍，他没办法经营了，啊，一个农场，啊，类似这样的，所以你要保证哈，我这个电业法修正之后，啊，我们的电价不会上涨，
而且也不会有缺电或限电，这个可以保证吗？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基本用电一定不会上涨，这个是已经清楚的政策。那但是整体的电价受电价公式的限制，那个部分本来就不应该是由经济部来决定，因为那个部分已经是电价公式决定的，所以那个上涨完全是跟第一个我们不认为它会上涨，因为燃料成本持续在降低，但是那个部分它完全受电价公式的限制跟管制，所以这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这样。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是主张了哈。今天是我们招委就是同意先排询答嘛，但是还是要开公听会嘛，是明天公听会。那这个当然招委也欣然接受了哈，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你们再检讨一下，就是要推动绿能哈，是要修正电业法呢，还是要修正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两者是不一样，要平行进行。嘿，但是电业法才是真正的基本，电业法是基本。对对。好，那那个部长，你已经保证了哈，一个是台电的员工的权益啊不会有影响，啊，第二个电价不会上涨。基本电价不会上涨哈。那电价会不会上涨，不是我限制的，那个是由电价公司管制的，那个不是经济部长自己就可以决定，那个是根据大院所设计的这个电价公司。那第三个电业法修正之后，你也不会有缺电或限电这个部分。那个是我们全力以赴在处理的，就全力以赴在处理。对对对，那个不是，那个也不是因为电业法。好，那那个我们原住民地区还是要，离岛啊，偏远地区还是不能放弃。您一再垂询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忘记。对啊，我们土地面积那么大，你说啊这个都不适合，那你地层下陷都可以去考量了，啊，那个湖都可以，这个水库都可以考量了。那为什么保留地不行？没有，您刚刚讲那个问题，我们就像刚刚你报告的是微电网的处理，好，谢谢孔文杰委员，谢谢李部长，孔文杰委员主席感谢你，唯一没有超秒的，来，目前为止啊，苏正清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请问，请一下我们那个部长，经理部长。董事长方便的话一起上台吧。董事长方便。董事长。委员早安。早，董事长，刚才孔委员一直在讲电价到底会不会涨，他说叫你要打保证，对吧？是不是电价到底会不会涨？我是觉得回答的时候语气可以肯定嘛。报告委员，民生用电基本用电绝对不会涨，对不 对, 對那其他的用电，因为我们的电价有计费方式，它有一套计算标准，那要看它使用的电量根据计费标准来做一个收费的基准点，所以请委员放心，基本电价绝对不会涨，对吧？我不是在教你怎么说话，我是要跟你说，这种东西该打得爱打得大声讲的，有什么问题无？没有问题吧？我讲的有没有错？没错，没错，没错嘛。所以你也当打保证嘛。哎呀，啊，保证的日本时代的船长啦，保证。他说你这样讲，当然让保证啊。啊，对吧？所以嘛，我要讲的，现在外界为什么这么疑虑？董事长，嘛，部长。你知道吗？第八届第一会期的时候，其实行政院也有送院版进来哦。当初叫修电业法，喊得漫天价响。结果呢？刚才有委员讲，雷声大雨点小。你知道吗？当初的院版在2014年7月16日行政院院版送进来的时候，他是有说9年内一定要强制分割哦，要分清楚哦，对吧？我没有说错吧？那现在我们在修电业法，时代潮流也好。简单的讲，时空环境也好，从事已经有41年没有动了，没有错吧？对不对？所以咱今嘛被休息哥要成立一个控股公司之下，所以台电员工也好，他们怕的是他们的权益问题嘛，对不对？那我们不只要保障他们的权益问题，我们更要的是要能跟着时代潮流，要修出一套真的符合台湾经济，能够让台湾人民享受到幸福的一个所谓的电业法。对吧？但是现在变成你怕是怕越修越倒退啊。好，我要问你一下，马政府8年前他们推动绿能，你知道有几%吗？再生能源啊，他们那时候到现在有几%？4.1%。4.1%。那之前呢？不到2%，对不 对, 对？不到2%。不到2%。好，你们说在2025年的时候，你们要达到20%。是。当初是迄阵，咱还袂执政的时阵，
地伫遮伫讲啊。我迄阵拢讲，是毋是国民党调工乌克兰在互咱跳？你知道吗？从原本的2%到2025年的20%，你敢知爱成长10倍呢？对，八年前因拢无在叮当，那现在我们要动到2025年，要还有多久？9年？对，2025对不 对？差不多。好，那甘丹共是怎样？从2%到20%，一工爱做10工用？对，保定怎么达到？那迄个部分本来就是大的问题嘛，哈。对啊。所以啊、当然就是问题才提出来讲啊，我们要从原本的2%达到20%，开玩笑，一天要当10天用哎、欸。对，所以在设计上面本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这次的电业法的修订，其实就是要让更多的电力结构、更多的电力来源能够进入电力市场。所以这一次的电业修法，我们是希望针对要把电业划分成发电业、还有输配电业、还有售电业，对不对？是。就要完全把它分得很清楚。好，那当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法令的配套的问题啦。对，现在的大型 的太阳光电也好，包含着我们的风场离岸风电也好，感觉上有很多所谓的大的企业要进来投资，我们乐观其成。是，但是在这投资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什么因素？刚才讲的，我们就是一个目前的法令。包含的离岸风电，还有我们所谓的航道很多的问题，是我要讲跟部长，跟您讲过了也好啦，啊，我不想泼你们冷水，我只想说，一天要当十天用，谈何容易啦，对不对？对，大家拢24点钟嘛，上天是公平的嘛，我扣掉睡觉时间，真的有办法做到吗？所以为什么外界一直质疑我们就是这样？对，哦。所以我跟我讲，我们要当领头羊，被做红款，真的，我是要跟我讲，部长，所以我拢讲哦，你有够大勇气啊！你真正唔免惊，性命拢排卡只片啊！啊，未惊是无简单啦、啊，对吧？所以我讲你，我足钦佩你有勇气，你即马拢啊性命卡只片，性命排卡只片，你咧唔免惊咧，唔是安尼咧。所以哦，部长，所以为什么从头到尾这么多的委员一直提出质疑，包含刚才质疑的，到底修了以后会不会我们的包含连我们最基本的民生用电都会上涨？对不对？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核电它的发电量只是指从原本的19已经降到16了嘛。对，对不对？那在整个整体的14好，就是一直往下降嘛。对，对不对？那我们要把这些替代能源也好，好绿能这些都一直拉上来。刚才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其实我在这边只是语重心长的要跟部长你讲，还有跟整个台电我们的所有的员工讲，这里面有很多的法律面的问题。当然，法令一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执行面的问题。是这个执行面，真的到2025，否定嘛？要达到什么1.7兆的效益耶？对，不要那走。我今天我替你欢乐呢。对啊，啊，起码2年光电计划，够四年风离岸风电计划嘛，底下还是院列管计划。所以我们定期在这个经济部内部有检讨以外，我们也定期到行政院去做这个进度的报告，这样子。哎、欸，实际上院长都是亲自看的。对啊，我要讲的，其实我们讲的都是很简单呐、啊。扣到假期，一年有100多天的假期呢。对，哦，所以我真的是，刚才林大华委员也讲了、啊，他到底是要支持还是要不支持？每晚一天开始执行，压力就大10倍。对啊，就是您刚所提的。对，所以我真的要跟部长你们再好好的真的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那明天的公听会，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绝对大家都可以理性来讨论。但是我们希望政府部门的角色，我们真的要把话说清楚，要很能够的让用很简单，而且用很实际的语言来让所有的与会的所有的专家学者也好，所有包含着对外的所谓的未来的我们的乡亲也好，都能够很清楚说我们现在政府的政策怎么做、怎么执行，而不是一句话的讲不清楚。好，好哦，这点万个黑白印尔啦。好啊，好啊，我拢上烦恼你咧印黑白印尔咧。哎、欸，没啦，没啦，没没啦，我袂得咧，叫做没咧，没。不是啦，其实我要讲哦，电业法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啦。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已经有41年了。我们真的是期许说，未来在这个所谓的在这个审查的阶段里面，我们要制定一个最适合台湾的一个所谓的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台湾的现况的一个电业法。好，我跟我讲，真的大家也不要去畏惧它。但是在行政团队里面，我们真的
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审出一套最好的一个法案，一个最好的电业法，来符合台湾人民的期待。好，那我想这样，刚才主席有讲说，孔委员他没有超过时间啊，那我现在节省时间，我就今天咨询到这边为止，好，不要让主席再说我都拖时间。好，谢谢，谢谢委员。没有啊，你比孔文琪更节省，哎，你只有做一件事情是慢的，其他都很快。那个，接下来请，谢谢苏委员，请接下来请那个，对，处理临时提案哈，请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电业法公听会之举行，因事关我国能源政策影响深远而重大，建议除12月1日公听会外，另就下列议题再加开公听会：一、推动绿能应修正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还是电业法？电业法修正草案能与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草案之联动关系？二、绿能发电业及售电业是否应该提供备用供电容量？既有 IPP 业者之法律与市场定位。三、网售合一的公用售电业设计如何在落实市场开放与公平竞争、再生能源并网联责任归属、再生能源业如何与电网并联、趸购电价所需补贴反映在电价上，台电可将绿电趸购补贴金额直接反映在电价上，是能源局电价审议委员会和电业管制机关的功能性差异性。五、目前世界各国对于离岸风力发展还在起步阶段，面对推动离岸风力发电产业问题。六、电力排放系数与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之关系，推动的电业改革模式如何解决欠缺电问题，并兼顾电价与节能减碳？提案人张立善等委员。第二案，有鉴于全球已实施电业自由化之国家，其电价都呈现逐年上涨之趋势。举例而言，英国一般用电在电业自由化后上涨到每度7元，而商业电价则是自2011年至2015年，从每度8.3元涨到11.5。德国则是从2010年每度2.05到2011年11激愤而紧急促增加至一度3.53。再到2012年增加至一度3.59，每年调涨电价。欧洲则是因为各个城市的电价不同，而平均而言，从1990年到2014年的电价走势，各城市电价上涨2至3.5倍。加拿大、日本以及美国电价也成长1至2.5倍。然而，执政者一再提出修法只是提升竞争力，电价不会涨价的论述。为保障国内民众权益，原提案要求经济部承诺，未来不管是在修法上或是推动政策上，都不可违背蔡英文总统选前的承诺，不可调涨民生用电是不会涨价。提案人王惠美等委员。第三案，有鉴于此次电业法修正幅度大，各团体对电业法也有诸多意见与想法，包括台电员工忧心，若台电6到9年内完成电网分离，恐有拆台电疑虑，电业自由化绿电先行，但环保主张自由化应一步到位，传统火力电厂应在第一阶段就加入自由化，电业监理机关层级的位阶是比照电信自由化后设立的通传会，在行政院之下设立独立监理机关，或是仍为经济部所属的三级机关。电业法修法的目的是替绿能创造空间，并主张2025年绿能占发电比重20%，也让外界质疑，既然提高绿电比重，发电成本又高于传统能源，政府对民生基本电价不涨的保证根本是空头支票，种种争议有待各方讨论后厘清。原提案要求经济部在电业法相关修正草案实质审查前，应于北中南东各区之平日假日时段分别召开2至3场公听会，以广纳意见，厘清争议。提案人王惠美等委员宣读完毕。现在我们临时提案宣读完毕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处理针对第一个提案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已经跟这个两位招委跟提案人哈有在提协议过哈。提案的资料，好，我们下个礼拜一会再加开一场公听会，好，
下礼拜一会这样这样，所以说这样下礼拜一的公听会就是说会针对所提的六个议题，哦，来再 加开一场，哦，那这是我们的协议。那我刚刚提到说可能至少包括这六议题，可能会再加一两个议题也不一定。好，哦，我们这修正提案说最后一句的第一个案子就照协商结论通过，哦，那协商文字再送到主席台。那第二个提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那个文字有点不通，哦，最后一个字是不可调涨民生用电是不会涨价，是什么意思？哦，不可调涨民生用电是不会涨价，即不涨电价，不涨民生基本用电，哦哦，就是就把最后一个是不可调涨民生用电是不会涨价，就是民生用电基本用基本度数，民生基本用电不会涨价，啊，把不可调涨拿掉，这样子文句就通顺了哈。好，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第三个提案，请问各位表示意见。包主席，我想我们第一案已经有要再加开这个公听会，我们建议说第三案是不是可以哈并第一案，以第一案为主这样来处理。好。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们讲好了。没有。没啦，好了。孔委员，好，我们第三，我们第三案就并第一案，哈，以第一案为主来通过。好，谢谢各位委员。接下来请，本席来发言，请邱颖委，请那个管碧玲委员帮我。我不会超秒，我不会超秒，我不会像别人一样超秒。好，我们现在请黄伟哲委员质询。好，谢谢。请李部长。有请李部长。部长你好，简单的说，今天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促协金的问题。促协金坦白讲现在是没有法源依据的，只有什么你们自己的合约跟这个电跟 IPP 电厂的合约是。那至于你们自己本身的电厂的部分，你们自己有一个要点。对，坦白讲那个要点，哦，法律基础是很薄弱的，是。但是至少台电还依照自己的要点在走，但是跟民营电厂那个合约我觉得定的就奇怪了。什么叫奇怪呢？朱董，什么叫奇怪？那个其实定了不见得，因为定的时候朱董还没到台电服务了。好，但是那个什么叫奇怪？你要说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有人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呢 ，IPP 电厂是什么？取之于台电，用之于自己口袋，有这样的嫌疑啊？为什么？如果说你把它好好的这个，因为刚刚好几位委员，不管是来自云林的两位委员或其他的委员，大家对于这议题很关注。如果说真的要算总账、算清楚，有会计师好好去查的话，这个民营电厂也好，台塑公司也好，他讲说哦，这几年来给这个地方多少亿、多少亿，其实他们是包括好几个工厂的，不只包括 IPP 的。你只要把 IPP 的电厂的这个促协金独立出来，大家算个清楚，到底有多少来自于台电，好，的电价收购电价里面的这个促协金有多少？因为那个比例很好算嘛。另外一个多的啊，那就是他的收入部门了。然后支出的 IPP 电厂给地方的这个促协金的名义，用敦亲睦邻的名义也好，哦，用大吃大喝自己内部大吃大喝的名义也好，或拿去花钱买东西送有的没有的，不是我讲说不是花这些东西都不是花在地方哦，好，哦，如果把这些东西通通算到促协金，这也不对的。那所以说，在这个合约的规范里面，我希望说台电就好好去思考，因为我们将来电业法通过之后，那就有一个法源依据，有法源依据。这样就可以定施行细则，定施行细则依据这个母法定施行，说这个促协金哪些项目可以用来，那就比较法治就比较完备化。但是在那一天到之前，
你问题不能搁着不管，让地方持续跟这个民营电厂在冲突，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你们自己要给一个数字，就是说不要让这个 IP 电厂自己在那边半天开讲说我们花了多少钱，我们花了多少钱啊，你给个数字，要至少要让地方知道，也要让我们知道说你各个民营电厂，各个民营电厂包括本席我们这边也有民营电厂啊，你有地方输血金啊，那这个部分你要给我们知道说你到底付了多少，那这个东西我们再来监督说人家台电给你这么多，你终于拿去是不是吃吃喝喝花天酒地花掉了，我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不能说取之于台电，台电我说我们都已经给了，那他说用之于什么，用之于问号就不知道。好，这个部分是我们很希望的。第二个，这个电业法，能源局，请问朱董先请回座。你们的这个草案第六条里面有规定，输配电不得兼营发电或售电业，且与发电售电业不得交叉持股，但是经电业及管制机关核准的就可以兼营公用事电、公用售电业，是吧？ 是这样子，如果我念的条文没有错的话。是，可是你们第五条又说先又规定输配电业以国营宜家为限，那这个部分就是到底是我们就是语义上你可以解释的清楚一点，免生误会，是就是说输配电业是以国营一家，那将来如果 台电将来变成控股公司，然后几家这个公司啊里面，那它到底是属于有没有违反第六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跟限制，还是说需要经过核准的程序？请告诉我。我们现在第五条规范的是希望这个电力网，也就是输配电，它是国家的资产，要国营为主，那不能够让它这个被民间所掌握，那必须公平使用，这个是第五条的精神。嗯，那第六条的精神是说，我们现在输配电业跟这个发电业，现在综合电业，让它能够长网分工，所以我们在第六条的时候可以让它这个分开啊，长网分工。但是呢，我们现在让那个售电的部分跟输配电能够整合在一起，所以经过电业管制机关的允许的话，它可以整合在一起。它可以交叉持股。是，不能叫他持股，不能叫他持股，但是可以在一起，但不能叫他持股这样子，所以他必须做到会计的分离这样子。可以在一起，说清楚什么叫可以在一起？对，同一家公司，但是他基本上他的同一家控股公司，上面台电为一家控股公司，底下一个发电公司跟输配售公司，那这输配售公司有两张执照，但是他们是独立的公司，对，这两个是独立公司，对，也就是说，将来这个输配电公司在收取输配电费用的话。是一视同仁的，是，他是靠会计分离的，没有歧视原则的。对，好，譬如说因为他是哪一家，我的输配电算便宜一点啊，他是哪一家，我输配电算不行，这样子吧？是，这个部分电管制机关会去做监理的工作。对，我们是希望说是这样，如果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国营的，然后他是一个将来发电的、输配电的、售电的，他是共同一个屋顶。是。但是彼此亲兄弟要明算账，是，就如同之前苏董刚刚有讲说，现在已经分了好几个事业部了，这彼此的事业部彼此还是亲兄弟明算账，对吧？好，我想应该是要这样子清楚一点会比较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请问这个现在因为现在最近几天我们的税修，台电的税，苏董还是请你好，台电的电厂税修，因为前一阵子的这个气候回暖，会造成用电供电比较吃紧，那这样子的整个税修的通盘的计划有没有在改变、在影响？会对于明年夏季供电这个旺季的时候，供电量高峰那个时候有没有影响？我们税修啊是排到明年的五月二十。部长，请回座。我们排到明年五月二十号。所以这个以后的这个到九月底之前，没有任何一部机组安排大修，就是全力发电。到明年从五月二十号供电尖峰，夏月开始的时候，本来是六月一号开始的，后来因为今年五月三十一号又那么热，所以我们就再提前十天，五月二十号开始，一直到九月三十号都不安排任何大修。
那将来有没有这几年来有新的机组，有新的这个机组在施工？有一些、好，那希望说这个部分要有一些衔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会努力的，希望他们如职如期的这个完成。好，好，谢谢董事长，谢谢总经理，谢谢。邱毅瑩委员。邱毅瑩委员不在，他改书面了哈。接下来请蔡培慧委员，对不起，邱毅瑩委员跟蔡培慧委员先对调，好，那请蔡培慧委员先发言。好，谢谢主席。那有请这个李部长跟台电的董事长。谢谢，请部长，请助导。蔡委员早安哈，是部长好。我相信这个电业法的修正能够限缩一些范围，然后朝向这个绿能供给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了哈。但是呢，既然是要讲绿能，我就要把我一直疑惑的问题再向两位请教，而且我也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你们曾经承诺的要给我资料，要告诉我怎么处理，但是一直到今天一无所知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是有必要做一些调整哈。比如说我先来做几个结构性的，就是在电业法修正之后呢，我们会不会调涨民生用电的电费？不会。不会。好，这件事情是承诺也是保证嘛，对不对？是。OK， 非常谢谢。民生基本用电。OK 。显然您并没有进入我的圈套。好。能够不调涨民生基本用电，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了哈。那接着我就要问了哈，或者是你们也可以找能源局的回答。就当时你们有提供给我一个资料，就是你们在收购这个赌售电价的时候，我请问你们地面型的太阳板，还有这个屋顶型的太阳板多少钱？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大概分成五级啊哈。以地面型的话，大概现在目前一度电的太阳光大概收购大概4.66元。对。那屋顶型的话，大概6.2块钱。对。那沼气发电，沼气发电今年的话是大概是3.9块钱左右一度电是。那风力发电。风力发电的话，大概分成两个，一个是陆域的话，大概2.8，那离岸的话是5.74一度。好。微型水力发电，微型水力发电的话，今年的话好像是2.7，将2.8左右这样子。OK， 好，您把您刚刚讲的赌售电价从高到低，帮我们告诉我们排一下。是，那现在目前大概是最高的部分就是太阳光电的一个屋顶型，大概6.2嘛，哈，那接下来就是离岸风力发电5.7，那再往下走的话是地面型的风力发电4.6，那个微型，陆域的话大概是沼气是3.9，那陆域是2.8，跟那个小水力的部分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好，所以看起来小水力发电应该是在你们衡量的过程当中成本比较低。对不对？然后事实上我也知道这个我一直跟你们要资料，但是你们没有提供给我们啦，就是说就你刚刚讲的所有赌售电价的这个购价的就是买这个价格，你应该去推估各式各样的绿能它的碳排放跟它的距离嘛，所以很明显啊，是微型水力发电在台湾的地形以及台湾的微型水力发电透过农田水利会或者是水利署，它其实都是公用的土地啊，你们应该去扩展啊，但是一直到今天你们说还在调查没有进度，还在调查没有进度，如果你是我，你们接受吗？你们同意吗？
我跟委员报告，我事实上要说声抱歉，我们现在能源局这边也跟水利署这边在做合作，因为这一块我们要从您刚刚提到的龙田水利会也好，或者是水库那边来做思考，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把它跟水利署那边完整之后，一定会跟委员做一个详细报告。这件事情从这个会期我就质询，甚至于为了这个质询，我自己也去看了台电的中部地区的微型水利发电。但是为什么都没有进展呢？你们应该大可以把一个比较好的绿能方向积极的来推动啊。所以可不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日期？那就算没有日期之前，你们也可以把这些讯息更广泛的来让社会大众理解啊。你们知道吗？台湾的微型水力发电的高低差要 3.6 公尺，可是日本已经发展出新的技术，2公尺就可以做了，我们应该要并进啊，我们应该要做这些技术的研发啊。谢谢那个委员这边的一个这个提醒跟建议，我想我们会努力。那现在是有一些个案在往前走，那至于整体的部分，我想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在一个礼拜之内再跟委员做一个详细的我们现在的一个规划的报告。你们可不可以除了规划的报告之外，也可以比如说啦，以我自己的家乡南投来讲，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可以做微型水力发电的地方，你们可不可以具体的去评估啊？不要只是来做一个规划，就是纸上作业，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具体的去改善这样的措施，因为我觉得绿能发电，为什么刚刚我特别要强调赌售电价？我必须要讲，如果你们今天只做风能，如果你们今天只做太阳能，甚至于太阳能还来跟农业抢地的话，这是绿能的方向吗？第二个，我知道你们也一直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太阳能面板20年、30年之后成为废弃物，也是重金属的污染，你们要怎么做？一样没有答案啊。那个有，我们请雷局回答一下。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去评估了哈，太阳光电现在是收购20年，其实收购20年之后，它还是有利用的价值，它还可以继续再去做发电啊，这是一个部分跟委员做报告。微型水力发电可以用60年呢。是，那。我知道，我们微型水利一定会积极努力来推。那您刚垂询的就是太阳光电的那个后续的那个废弃物的回收，那大概分成现在可以做跟未来我们要强化的部分的哈。那现在可以做的部分是环保署它有公告这个公民营的废弃物的清理处理机构的许可管理办法，我们现在目前会让业者跟合理的一个处理机构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理。那现在目前为止，我刚刚提过，我们现在的这个设下去的部分，大概是未来在20年之后，甚至20年到期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再继续使用。那只是说，可能在你讲20年后还可以继续使用，谢谢你的提醒，我也知道。但是你还是没有具体的回答我，这些废弃物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现在就在说这个废弃物部分，就现行我们要跟那个公民已经合法的这个处理机构来进行，这是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未来，我们先来跟环保署。等一下哈。那个主席先处理时间，我们今天继续开会到要过12点，所以我们继续开会。好 OK， 好，现行我们就可以跟合法的处理业者来处理这个废弃物，这个部分已经公告出来的哈。那未来我们会跟环保署来合作，就是在废清法，就废弃物的清理法第15条、第16条，我们会对这个制造或者是进口的部分来制定这个收费的标准，要收未来的那个清理的一个费用。那这个部分会透过这个未来的基金信托的方式来奖励做回收，做有效使用，大概分成这两个部分来进行。OK， 那你们假设去增加了废弃物要做这个回收的费用的话，会不会造成赌售电价的费用要增加？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同步的评估，我们希望说它的那个部分的占的比例是不会造成那个太大的影响，应该是不要增加吧。我们今天要来做节能绿能，并不是要去放任，比如说这个发电业者或者是太阳能面板，它其实某种程度同样是一个环境的破坏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要讲微型水力发电，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山区，而是微型水力发电它其实不管是在技术上或者是对环境上，它其实或者是碳排放上是最能够节能的。另外我也想要再请教一个问题啦，就是世界各国，我这几天看了一些其他国家，他们最近在研发海藻，就是节能，海藻也是一个方向，特别是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这应该是更是我们台湾可以发展的方向。所以而且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人跟车子在抢粮食，
因为过去的这个生殖柴油嘛，可能拿玉米啊去做生殖柴油，就是把人的粮食给抢走了嘛。那如果说将来太阳能面板发电，过去几年确实曾经发生过，就是那太阳能面板的地面上其实是荒废的，并没有在做农耕的啦齁。当然这个部分我会再跟农委会讨论，所以我想要请教您，就是海藻这一方面的研发的进展到什么程度？回答委员所这个垂询的问题，事实上确实是没有错。我们的那个微藻是可以作为那个生殖的一个燃料，就是生殖柴油这个部分。那目前我们现在的积极在推动的部分是去结合这个 CO2 的回收，我们现在就是捕捉 CO2， 让 CO2 来养藻。那养藻部分，让那个藻的成长的一个这个状况非常快。那目前我们已经在那个花莲跟这个和平的一个这个发电厂合作，他那边的那个发电捕捉 CO2 来做养藻。那养藻我们现在也找到适当的藻株，能够让它能够透过 CO2 的回收，让它的那个成长的速度更快，然后来推广这个微藻的这个生殖柴油。对，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做法啦，因为可以减少那个 CO2 的排放嘛，然后去促进那个海藻的生长。但是我最近不能讲最近，就是今天的质询，我有一种疑惑，就是说你可能会很广泛的来回答，但是并没有具体的内容，比如说到底已经到进展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量产呢？什么是可以进到发电呢？这样的期程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说？刚刚提到那个案例，现在我们已经进展得很顺利，比如说那个 CO2 的那个捕捉的部分，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小时是到 1.9 这个瓦吨这样子，那大概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试量产。那现在就是怎么让那个藻的那个发展更快速，那这后续我们希望说在这个今年或明年的部分能够把那个地方做更扩大的一个处理，希望有上公顷的那个微藻的养殖这样子。好，那可能也要麻烦能源局跟台电一个礼拜之内，我们就这些具体的项目给我一个明确的报告，麻烦您了。好，谢谢。好，非常谢谢蔡培慧委员，谢谢董事长跟谢谢部长跟董事长。好，接下来请邱应委员，邱应委员不在，请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主席先做一个处理，刚刚我们临时提案刚刚授权您把那个提案拿上来做修正，那我们就把那个提案一的部分把文字清楚的定案，于12月5日再加开一场公听会，并将下列提纲纳入该次公听会提纲，那就12345 6，就把那个文字稍微认识一下，其他这个提案的原意并没有改变。好，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请部长跟董事长一起。请李部长，请邱董事长。对不起，朱董事长。朱董事长。官员午安哈。你在想邱意莹了，邱董事长。好，两位好，部长。官员好。谢谢。本席质询，我绝对无法接受澄清湖被这个装置太阳能光板。即使是水面浮动式的，是您这个礼拜一已经你从善如流，是已经从善如流，确定了哦，对，确定了哈，签约里面没有这一条嘛？好，谢谢，很感谢。好，澄清湖已经不装置了，已经不装置了。然后你要承诺，未来所有要装置太阳能电板的，一定要处理景观影响评估，好不好？包括今天好几位委员所关心的风景区，还有所关心的我们的水库，你知道水库湖面风光之优美是台湾非常稀有的资产，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么重要的稀有的资产，要用怎么样的心情去呵护它？本席做了20年了，好。好不好？我相信那个委员关心的景观呢，我相信我们也是这样。好，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即使装也是非常有限。澄清湖救回来了，澄清湖救回来了。好，接下来哈，我们新政府啊，对于再生能源在2025年所占的比重，现在是设定多少？20%，发电量还是装置容量？发电量 20%， 发电量要占20%，是不是？那我们一般发电量跟装置容量之间的比率差不多差多少？可能要到5倍到6倍。
要这么多。好，那你来看看你们做得到做不到。好，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好，你看看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是本席比较国民党政府时代跟民进党政府时代，我们对于再生能源装置容量所做的计划。国民党的时代呢，我们用总装置容量是用我们2015年的目标值来看，好，然后装置容量的配比呢，我们是用2025年的预期好目标值来看。那我们这样一计算的结果，你会发现说，以太阳光电来讲，国民党政府的时期呢是6吉瓦，对不对？6吉瓦，好，那就是6200万瓦了。好，那我们呢增加了3.22倍，达到20吉瓦。那以总量来看的时候呢，整个国民党政府时代，他们对再生能源到2025年的总装置容量只占所有装置容量的25.59%，显然它的发电量占的是个位数，百分比是个位数。那我们呢有达到发电量可以20%了吗？你来看看我们的计划哈，加起来到2025年的时候，以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总计再生能源比国民党政府是增加 2.19 倍，没有错，其中太阳光电增加最多是 3.22 倍，从6吉瓦变成20吉瓦。但是我们的总配比，装置容量的总配比只占所有装置容量总配比的 56.09%。 那它的发电量会占到20%吗？来回答一下。我想刚刚董事长说要5倍耶，其实这个3倍不到耶。我想董事长讲的是可能要从只看那个太阳光电的话，可能要5倍、6倍啊，5倍。哦，那这样的话，太阳光电好，那太阳光电五倍的话，40%除以5是多少？8%嘛，对不对？它只剩下8%嘛，那下面几倍？下面的部分，事实上，下面13%是几倍？下面13%的话，要看那个不同，装置容量跟发电量，要跟那个委员报告，要看不同的。有100%吗？有100%的部分，就是说，有全部100%吗？有像那个，来了，有没有全部？你看地热，像地热、水利都是全部100%的话，加起来才20%。是，那怎么办？不够，回去再改。我想跟那个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算出来的部分哦，是很详细算它的发电量的部分。这样，你这个装置容量56.09，哈，这个说是5倍，只剩下8%，8+210.45，10.45加起来多少？啊，16.59，16.59，你算17好了，好，算18好了，18、19、23，全部100%才23%，但是没有办法全部100%，所以加起来可以20%吗？嗯，我想跟那个委员哈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哈，事实上我们是有详细去算过国内的这个，有没有啦，你详细算过有没有啦？有达到。20%的，对对对对。好，是。那你看看太阳光电多么重要，还有这里的离岸风力多么重要，它占的多大的比重？好，然后水利其实这几年你看看那个成长，你看看下面的成长，水利几乎不成长了嘛。然后生殖能废弃物也不算成长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全部在靠风力跟太阳能哦。所以部长。绿能开放自由化重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是，你看看你2年计划，你才能增加多少？你看看下面的两年计划，我们能够增加的量哦，只有1.5吉瓦，两年才增加1.5吉瓦，但是我们到2025哈，要增加20吉瓦，是，这非常非常的急迫啊。是，所以要不要开放？投资绿能当然要啊。那电业法通过有没有助于开放投资绿能？有，绝对有。有，还有它是不是可以有助于吸引外资？有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最重要的是外资，对不对？是。所以电业法的通过，第一优先的急迫性，是为了吸引在那里 standby 的外资。
吸引是不是？对，吸引外资跟民间投资了。好，没关系，外资跟民间投资，这些投资有没有已经在那里 stand by？有一部分已经来了，已经在讨论了。有一部分已经在 stand by 在讨论，包括 Google 对不对？其中有一些外资是百分之百希望用绿电才要来，对不对？对。所以电业法的通过，对于国际上面非常指标性的这一些要用百分之百绿电的产业在台湾投资的时候，职工至少提供他们一个自给自足很重要的一个发电的方式，对不对？对，它提供一个重要的诱因呐、啊，但是它要逐步的达成这样子。所以我本席其实很感谢了，因为下个礼拜就轮到本席要来排了哈，很感谢我们今天在经济委员会对于反对党所提的提案，我们最后是超越蓝绿，超越党派，我们没有什么到各地去开十场公听会，我们不会。我们最后呢，就加开一场，大家双赢。那我今天在听取许许多多的委员，他是非执政党的委员，他们在这里质询的时候，他们殷期盼我们电业法要好好修，修出一副好的电业法的同时，他们都一再表达，他们没有要反对再生能源。所以我想，国家在走上一个新的能源结构的改革的大时代的时候，我们非常困难的任务要修电业法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它能够顺利的上路，好不好？好，好，谢谢。那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那另外就是社会上蛮关心一件事哈，我就替我们舆论界所关心的这件事情，请问一下进度啦。就是当时紫光要来台湾，入主细品啊、南茂啊，好这些投资案，那引起了我们的疑虑嘛？是。那最近我们知道，就是细品的案已经取消，你们请回细品的案已经取消了嘛？好，那南茂的这些案现在的进度是什么？是南茂的公司，他们最近会召开董事会。那他到了董事会之后，他会你们还有在审吗？要等他发布重大讯息之后，我想还是要谨慎，好不好？是，好，还是要谨慎，好不好？好，那我们整个能源的政策在电业法修正以后，我们所承诺人民的就是民生的基本用电电价不涨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让人民知道，是，也就可以在我们电业法修订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谣言在网络之间流窜，来影响我们电业法修法的这个进度，好不好？好。那今天还是要跟各位，本来要跟各位讨论的一个问题，实在是时间不够哈，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哦。我就跟台电先稍微说一下好了，本席这个资料非常的清楚哦，你们对于台湾的养殖渔业，他们使用的电力超过契约的这个部分，就用切电来定义它。好，那长期呢，就让台湾好几个县市在超出契约电量，永远都排在前三名，而且量都不小。好，我希望那个部长，你结合农委会，好。这个数字实在是没有时间，这个数字显示出来实在是很重大的议题了哈。你要跟农委会一起，对于国家的养殖渔业的用电，我们到底应该要有一个怎样的合理的电价的结构来因应，让这种养殖渔业背负切电骂名的这种现象，不要就永远就存在那里了，好不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但是这个时间很有限嘛，是，非常不公平了。他没有，你们现在用的电价的计算，哈？他没有定义成切电。有啊，你们的表格里面就是追偿每年那个所谓的切电追偿的数字统计，你们就用这个概念嘛。你们就用那个概念、啊、台电的那个概念要跟黄委员说明清楚，是不应该的嘛？好，你可能有点误解，但是我们会找时间跟您说明。每一年追偿几亿，每一年追偿五亿、四亿，你们就把它当作是这个窃电追偿的数量。检察官带着人去查到的。对，但是你不要就一直都让他
对，因为本委员会很多委员，这是结构的问题嘛，都有养殖渔业。对呀、啊，这是你们电价结构出问题嘛？你像你电价的结构的计算，根本就是给他们一个惩罚性的结构啦。我下回有机会，我再把那个农委会跟经济部那个台电叫在一起，你们两个部门要叫在一起来看这个问题啦，好不好？好主席，我们有机会就把这个问题好好处理一下。我们先请台电跟你，因为我们台南也很多，屏东也有，好。好。谢谢关碧玲委员，谢谢部长、董事长。接下来请庄嘉宾委员不在，请刘世芳委员不在，请赖瑞荣委员。啊，主席各位哈，请那个李部长，请李部长。好，部长好，部长辛苦了。来，午安哈。我想那个电业法修法第一个阶段其实是绿能了哈，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了哈。那我们来绿能先行这个政策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了，我想先了解一下。那个，对不起，我先处理一下程序。那个便当可以先发下去，因为大家肚子饿哈。那继续。好，谢谢。绿能的部分哈，那绿能的部分其实整个表有统计出来了，就从2015，其实绿能里面其实太阳光电跟风力大概是主要的一个。目标的方向了，这两个如果发展的顺利，其实才有办法达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再生能源整个目标。那我们在2015年的这个政策上面来看，是太阳光电是842 MW， 然后陆域是647 MW， 不知道这样的目标今年能够完成吗？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现在太阳光电累积到九月份已经达到996 MW， 都超过这个部分这样子。996，对，然后那个陆域风力发电已经达到682 MW， 也超过640，超过了哈。是，那到了明年的目标是1342跟671哈，包括离岸的有8 MW， 这个也有信心达到吗？离岸的部分，我们在10月27号已经有2座哈，已经设置完成。它现在是海底电缆正在铺设，应该可以在年底有一些试运转这样子。那个大概8 MW。所以明年的目标也应该都可以达到了。离岸的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太阳光电的部分呢？太阳光电，我们刚刚部长有报告过哈，是会在今年的7月到后年的6月有一个2年的一个推动计划哈。我们希望说这2年推动计划里面有1.5个 GW， 我们现在正在。盘点从地面型或者是屋顶型来努力落实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到了后年的6月的部分的屋顶有910 MW， 是，然后到地面型的有610 MW， 是，那所以目前是朝这个目标来，那应该部长应该有信心了这一块。好，那 我想接下来问的是这样，因为其实就这两个我知道部长上次有去关心过了那个中钢的部分，就临海工业区，其实它总共有大概有这个有盘点过了，大概有150万平方公尺到150万公顷的一个潜力面积了。那如果做发电的话，大概有150 MW 的部分。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这个部分后面有没有持续的进度了，因为临海工业区它不只是重工业的发展，其实它很多屋顶，其实我觉得如果政府带头来做，特别是国营事业带头来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效果。那而且这边的南部的日照也强，同时南部的这个部分，它的整个国公营事业的部分也多了，如果能带头来做，我不知道部长这一块的进度是怎么样。那个您上次垂询过之后，我们那个能源局有去做过盘点哈。那临海工业区的设置量现在是7.13 MW。那它整体来看，可以设置量高到217.86 MW，所以是217了哈。对对，那个里面包含中钢的80 MW 这样。那预定什么时候来装置完成？我们现在在推动了哈，在推动了。部长有没有一个目标的时间？期望的目标？也不是，大概在2020年之前。现在的规划是到2020年之前，这个会不会太久了一点了？这个部长有没有？因为还有4年的，如果照这样讲，还有4年时间啊，能不能赶明年底前能够有一些初阶段的目标起来？因为其实技术上应该是不困难的哈，因为它很多屋顶都很单纯嘛哈。那如果来加快速度，其实也国公营事业或政府带头在做哈，这个也是给民间很好的示范效果啦，好不好？我们能够处理的面积跟就我们直接有产权的部分，那个可以快速推动，其他部分要去谈。好，如果是我们有产权，我们能够主导的部分，能不能赶明年底前有一个进度出来，好吗？好不好？对，
但至少到明年底前的时候，我们初步的进度已经整个有出来了。是，好，好吧，啊，那详细列出来，其程再给我这边了哈。好，好，那再来，因为我再提一下了。另外，临海工业区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还是要提一下哈，它的道路品质其实非常的不好，因为重车很多了，所以当然 一部分是港区，一部分是临海工业区这些重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道路，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差的。部长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上面这个图的话， 是非常的差的。那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维护的经费到103年其实才98万而已啦，然后104年，当然到了今年度开始，也谢谢部长很大力支持啦，所以也大幅的增加，但是也是部里面的就是临海工业区工业局经费大概是1000万左右，但是其实有将近2000是由这个中油跟自来水公司他们的回复的经费啦，都回复。那我是希望这样的，因为这每年其实帮国库赚到这么多的收入进来，那如果道路很差的时候，其实是让包括驾驶也危险，那当然当地的居民更是危险啦。我希望这一块的部分，部长能不能支持啦，就是再增加更多的道路维护经费，那当然同时间也对于这些重车的部分有更好的一些劝导或取缔的措施，制度性的诱因，让道路的品质能够做得更好。那个部分工业局我们已经折成工业局在处理，那个预算的编列我们会这个重优考量。好吧，请部长大力支持，因为这里每年替国家赚了不少钱进来，但是道路这么差，其实是对当地的居民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啦。那常常就是万一稍不小心，就是很多的意外就会发生了，好不好？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请重车的部分还是要做一些管制的措施啦，就如果超载的部分，然后它如果超载，有一些取缔的话，才可以避免这些道路，不然这个路大概都 全台湾排名前几差的，大概都在这边了。好，好，那另外最后一个是大林埔前村，谢谢部长大力支持啊，也已经开始在启动。那明年度的部分开始要做普查了哈，高雄市政府要做普查了。这个经费的部分，部里面会支持吗？是，这个部分会支持，而且院长才刚刚去这个巡视过嘛。那我在一个月前也到这个院里，也到府里去做过报告。哦，所以那个明年普查经费听说是700万啦，这个部你们可以大力支持嘛？是是，好好，谢谢部长哈，谢谢。好，谢谢赖委员，接下来请，谢谢部长哈，接下来请江启成委。好，谢谢，请主席邀请李部长，请李部长。江委员午安好。哇，我想这一次这个修法应该是修半套而已啦，主要是针对绿电嘛。分两阶段，不是修半套。对啦，那就是先第一阶段主要是绿电自由化嘛。对，先请教一下部长啊，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绿电自由化啊，你们期待的是宣示性意义比较大，还是它真的可以实质替代多少我们的发电？当然是实质上希望能够。你预计可以替代多少？在这现在的设计，就是依照的政策来看的话，20%，2025年是要达到20%。2025替代20%的传统发电，就是核能发电，主要是要替代核能发电吗？不是，要达到整体发电的20%。对，它跟直接用绿电来取代核能发电是两回事情。所以没有，你现在我的意思是说你是鼓励你现在这个修法修过，实际上是鼓励在绿电的投资嘛，对不对？对，绿能发电嘛，第一阶段嘛，不只是这样子，那你鼓励是一部分，对。那第一阶段这个你期待的效果是2025以前，它的因为你这个政策或者修法的通过，可以到占百分之二十的发电，是不是？是，那个是再生能源的目标，但是它的效益应该不仅仅只是再生能源的。那我请教一下哈，台中火力发电厂你知道吧？知道。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一两年跟这一两年以前，我请教它的这个所有的机组它是现在是100%都在动，还是说还没有100%？然后跟两年前比的话，这个它增加的运转 的量大概多少？是那个部分，我请台电的董事长做更详细的报告。因为台中电厂是机载机组，所以在正常的状况都是满载发电，都是满载。但是在现这个这个夏季以外的时间呢，我们分别安排机组大修，所以现在像今天是9部机组在运转，所以
它大概如果它全部运转，它大概占总体发电的百分之多少？是发电量还是装置容量？发电量。发电量百分之多少？整个台中火力发电厂。大约16%，16%。那部长，我请教一下，绿能发电，你鼓励之后，自由化之后，请问一下，它可以替代掉多少燃煤的？就以我们现在的燃煤的是你们优先要替代的吗？燃煤是被一部分是用燃气机组去修改，另外一部分是燃煤机组的这个提升，比如说引入这个新的这个这个设备、超超临界的机组等等。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因为其实你要推动绿能，这个其实大家这个方向，我想没有人反对。但是大家希望是说，一方面希望这个推动的过程不会因此涨电价，第二个可以替代这种比如说高污染的发电，是像燃煤的啊。所以我们想要了解说，到底这部法通过之后，在实质上能不能有效的降低我们在燃煤上面的依赖，而且我们的电价不会有成长？是在这个首先，这个因为在这次的电业法里面入法的是排碳系数，每一度电产生都有二氧化碳，那个是列进去的。对，所以那个部分在这个设计上面，其实就是在处理您刚所提到的这个燃煤电厂等等的部分。其实燃煤电厂的改进，同时也会影响这个部分的好处的。那所以另外一部分民生基本利用电价不上涨，那个部分是既定的政策，而且在这个设计当中呢，它的电价会不会上涨，完全是根据所谓的这个电价基本公式，所以不会因为修法而造成整体电价上涨，那两者是不同的两件事情。那如果将来这个燃煤的电燃煤的这个发电降低的，那电价会不会上涨？在现在的设计上面，燃煤机组的改进是被放到系统当中，那是改进嘛？对对 对, 对，所以它的设计那。所以如果它的持续改进的时候呢，那么排碳系数如果没有调整的时候，那么其实就不也不会造成您刚所提到的整个燃煤机组全面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它也不会下降。不是，它如果没有办法被改善，它就会被下降的。我想这里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因为燃煤它所造成的污染呢、这个是普遍大家说非常关心的，是尤其是台中地区。没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问你说，它能不能有效的降低？可以降低多少？那不管说是不是用绿能替代，就是整体它的排碳还有污染能不能降低？可以降低多少？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估算？有的，那个部分有做详细的估算哈，就现在的排碳系数的。这个计算就是以所谓的 50% 燃气、30% 的燃煤跟 20% 的再生能源做计算的，所以那是以今天的科技、现在的状况来做计算。可是当持续的这个技术在进步的时候，这个排碳系数的规范不会影响新技术的引进。所以在那个部分，这个环保的这个要求跟排碳的要求是同时被列入。这个预计你们预计几年内，比如说可以。在这个排碳或者污染的部分，它可以降低多少？有没有去做这方面的估算？比如说3年降低多少，5年降低多少？现在的这个部分是5年做一次检讨。那五年预计可以降低多少比例？有没有可以改善多少啦？未来5年会持平、对对，那我们这两天还在根据这个温检法做整体的全面考量，你可不可以到时候资料给我，好不好？好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也是其实啊，经济里面大家不外乎关心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土地啦。我请教一下部长啊、这个山坡地回馈金你知道啦？那现在问题是出在说哈、有一些已经开发30年的这一些工业区，它还是被农委会界定在山坡地。那他现在他如果要做一些扩产或者是增建或者是说调整，那他现在面临要缴回馈金的这个事情，你知道吗？那这个部分啊，经济部实际上你们是主张不用缴了，可是农委会是说啊，你一定要缴啊，而且这个回馈金计算起来还蛮庞大的，所以现在就是
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一些在既有工业区里面他已经开发三十年的这些厂商，他选择、哦、那我要不要继续在这里投资啊、哦、那我们之前都问过经济部，也问过农委会，那经济部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不用缴最好啊、哦、但是农委会不行啊，那到底这个问题最后是谁来定调，谁来解决工业区土地的使用？比如说我以台中工业区来讲啊、哦、他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啊。现在工业区土地的使用跟它的到底是这个租金还是售价，不管是这个经济部所主管的工业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所管理的部分，这些部分现在在院里都在做一个全面性的检视。那事实上那一部分我们经济部的工业局也持续在提出不同的这个修正的架构。你们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样子 的不管是修法或者是配套，否则的话其实我也很担心这些 你现在能源怎么改，可是这个土地这部分啊，这些厂商也会被吓走。是、尤其他已经在既有开发的这些老工业区当中、可是他却突然面对哎、欸，怎么又要跟他收回馈金呢？那个部分在处理当中、哦、那我什么时候会处理出来？现在正在跟院里报告，那基本不必修法，有大部分的部分可以用不同的部会的这个管理办法来处理就好了。确定哦？对，因为啊，我这个从几个月、两个月前我们就协调过，甚至更早以前，当然就也有其他委员关心啦，可是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厂商其实面临一个抉择，到底还要不要留下来投资啊？有些特定的案例，我们已经其实现在经济部来看，有一个单一投资窗口，里面大概 34% 的投资案是跟土地有关的，所以经济部其实持续每周在追踪这一部分的进度。好，希望这赶快解决了，你不要互踢皮球好不好？好，这个农委会跟经济部，你们赶快找一个解套出来了。好，谢谢江委员，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请李部长，还有我们台电的董事长。台电没来？哦，没有来。好，台电，好，对不起，台电。这委员午安了，我们召集委员太累了啊。好，这个这次我们电业法的修法哈，你这个简报里面特别提到三个目的。多元供给，力能先行，公平公正使用电网，用户自由选择购电。这次的修法如果完成，可以达到多久？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在这个设计上面，我们分两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会让绿电，所以这个所谓多元选择就会进入，同时绿电可以直供，所以一部分的用户选择也会达成哈。那在这个设计上面，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会全面达成所有的这个目标，这样。那现在因为整个发电，发电业、输配电业还有售电业，目前基本上都是台电嘛，对不对？那现在发电业有几家民营的发电业？目前九家嘛，九家嘿。目前有九家。对。发电业民营呢？对，民营的是就民营的，民间经营的。对，那售电业呢？没有，没有，目前没有嘛。对，那未来这个法如果修正通过之后，这个发售电业，你们的评估是会有吗？再生能源是职工的部分，他就会拥有售电的执照，所以那个会很，就是以我们的架构来分析来看，是希望他越多越好了哈。那尤其是在不，你们评估会有吗？会，因为国际上的趋势，其实最快出现的，很多时候是这个所谓的公民电厂，所以或者是县市政府的这个部分，所以那一部分其实是已经有这个公司在讨论的。那售电的价格不受管制，不受管制，对，不受管制，在整个法里面不受管制，所以他要卖多少？再生能源，再生能源不受管制，对。公用售电，那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的成本会跟一般的来得低吗？
在现在我们的趸购电价来看，再生能源是比较高的，不同的这个对啊，再生能源是不一样的价格，所以啊，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的售电也就会比较高嘛。它的售电对、啊，因为如果考虑不会做这个赔钱的生意，当然是啊，所以这个部分我的评估是也很难的、啊。啊，售电业当然你们表现的很乐观哈、啊。好，不是很乐观，它是经过详细分析的。好，那对于我们偏远的哈、啊，原住民族地区的电力电线的部件，啊，在修法或者是在现在的法律政策下，要如何处理？在输配电的部分，它如何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影响啊。它因为输配电还是都自然独占国营的部分，所以那部分完全沒有影響。所以它还是基本上还是会以台电为主嘛，是不是以台电的电网公司为主，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叫台电公司了。嗯，啊、对，以我说现在的台电嘛。现在台电的输配电的部分啊，输配电对啊，输配电，因为你现在输配电在整个电业法的里面，有未来会有新的业者吗？不会吧？不会，还是我们台电嘛？对对啊，所以台电还是要去肩负啊相关这些相关输配电的一个部分嘛。是，那是我们参考全世界的这个架构，同时也跟台电做详细的讨论之后决定的、啊、那原住民族地区啊，原住民族的部落或是原住民族的家父，这个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啊，是不是台电是不是还有没有电的，是不是还有所谓的黑暗部落的？有，我所知道也前一阵子这个有替他们装太阳光电的那个部分的，有些是这个线路没有到达的地方，有一点，有一些。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个调查的数据？请同仁，我想请同仁哪一位有调查谁知道吗？部落的。好，请说明一下。有没有那个部落调查过？没有。黑暗部落。那是。那个报告委员，那目前是只要有提出申请，我们如果说技术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供电。那目前是没有掌握到说有提出申请，那技术上有可以进行，但是没有办法处理。所谓的申请都是跟村长讲，然后跟乡长都知道了啊。不过说你们最基层，你们的最基层的单位知道了，但是没有上到你们这个整个。跟委员报告，之前像玉山的排云山庄就有提出申请，那因为经过评估，因为技术上有困难，所以这个部分，对啊，你就这个部分，你前面都提到技术上的前提嘛，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还是请这个台电这边能够去调查去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另外就是说原住民族地区偏远的部件电线成本，刚谈的问题很多。所以对于原住民族部落，是不是可以推动微电网等再生能源的 这方面？是，我们现在已经初步的规划了大概将近10个地点了，就是这个用这个微电网的方式来供电。是在哪些地方10个？有原住民的吗？我是不记得了，但是委员的要资料我们会给您送去，好不好？好，那个就把那个10个哈，大约有10个，对，10个已经完成的，是不是？不是，有规划的，规划，但是完成的像这个雾来后面的福山的那边是已经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些离岛的部分了。好，那个已经完成的跟正在规划的，是啊，你提供资料给我，给委员送去资料。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谢谢部长，谢谢董事长，台电董事长，忘记了。好，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不在，那陈曼丽委员跟那个施一方啊，陈赖素梅委员换，那所以我们先请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不在，请
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请高志鹏委员、高志鹏委员、高志鹏委员不在，请周陈秀霞、周陈秀霞、周陈秀霞委员不在，请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请施一方委员、施一方委员、施一方委员不在，请陈曼丽委员。谢谢主席。要请部长，谢谢。请李部长。陈委员午安哈。部长午安。那个，我想就是电业法这个部分，大家都非常的关切，然后也讨论了很久。但是呢，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就是说我看到那个日本哦，他们现在也在实施电业自由化嘛哈。那其实电业自由化是可以创造很多产业的机会，因为我从日本的那个杂志上面呢，也看到他们有异业结合的这种状况哈。包括就是说他们的售电业呢，它可以做一些的和电信业结合。如果说你有省电的话呢，我就给你一些的折扣哈，扣抵你的3GB 的这个网络的流量哈。所以这样的情形，或者是说你如果有节电的话呢，也可以送你一个大众运输系统的这个点数。那你搭大众系统的话呢，你就可以有一个好处哈。所以就可能有创造很多的电业的这个方式。那我们台湾因为是新开始嘛，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那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是说，如果能源的转型呢，它能够让社区的居民他们也能够了解。但是你要让社区的居民能够了解能源的政策的话，你要让他们稍微有点看到或者摸到，或者说他们在这个里面有参与到。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的电力市场它是垄断的，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参与哈。所以我其实跟那个洪忠义委员呢，我们就前一阵子跑到了台青的对六青的对面哈，有个叫做那个台西村，然后呢就用了太阳能板哈，然后发电。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看到当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有共享这个绿能的好处，所以呢他们对于社区里面的一个绿能的想象就比较是真切一点。那我想说在这边呢，我自己本身呢对那个电业法我也有我的一个提案的版本哈。那我的提案版本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的这个重点哈，我想在这边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把那个再生能源的售电的那个部分呢，我们把它独立出来，但是我还是建议还是要把它纳入到一般的售电的范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是说把它独立出来的话呢，就好像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市场的机制，可是到后来呢，可能就是说这是一场接力赛的话呢，就只有一个选手在那边跑，因为呢他变得是说他没有办法有竞争者，因为呢大家等于不理他了，尤其是我们台电大概是又占了70%的一个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变成绿电他会自己走得非常的辛苦。他也走不出自己的路，所以我想说在这边呢也跟部长再次的拜托，就是说我们把再生能源的售电业的这个部分呢把它纳入到一般的售电业。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输配电不要兼这个发电和售电，因为呢我们是认为是说你如果是说它这是一个公共事业的部分，那我们把它这样子合在一起的话，其实它的功能就变成是说没办法独立出来，或者他就有选择性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是把绿能放在他的一个重要的服务的项目里面。那我也建议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单独的把那个特定电力公司尤其是台电这样的公司直接就把它放入到法里面，因为直接放到法里面变得非常的奇怪。所以呢我是想是说台电事实上它是应该要受到一个管制的，那如果是说我们把它入法反而是保障他的一个权益，那我们未来的监督可能会是更加的困难。所以呢我想这个可能也不利于我们的就是发电输电售电这一个的自由化的工作。那台电如果它独大的话呢，我想可能我们对新的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那接下来就是要讲到那个代输费，我记得我上次在这边也提过代输费的这个意见，因为我们现在代输费只有绿能产业它才要缴，但是我们建议就是说所有的产业它都应该要缴代输费。那如果大家都能够缴的话呢，我想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
最后我想要讲到就 IPP 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是定十年嘛，但是我是建议说改成三年，因为你越短的时间让他能够就是说他就必须要展延他的执照的话呢，其实你就有些东西可以再跟他做谈判、哦、那另外呢就是说调度中心的这个部分和交易制度的准备的部分呢，我们是认为他应该来做备用容量 的这个工作、哦、那所有的东西他应该让所有的发电业他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应纳入到发电业的一个规范，然后呢不要是说只由这个再生电能源的这个部分他来独立的承担、哦、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对再生能源的扶持非常非常的少。最后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那个电力研究的单位、哦、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核研所嘛，核研所未来可能也是会转成一个电力研究单位，可是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在法里面把它定的话呢，定了一个电力研究所的话，我想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叠床架屋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我想说我今天就先把我的那个提案的一些的重点，因为我知道明天就会再开公听会，所以我也是希望赶快先提出来，然后也请我们的部长、哦、还有我们的这个台电公司呢，你们能够再考虑一下我的一些的建议。以上，谢谢。不好意思没让那个我们的部长能有时间讲话，还是你现在还有26秒你可以讲一下，谢谢。因为我赶快把我讲完，我怕时间不够。我觉得也不好意思，不过不对您刚提到的那个绿电的部分，它的确有两条路，直供跟直接卖进去这个公用售电业，所以它在那个部分其实等于是受到一般售电业的范围。如果它不进入直供的部分，那特定公司的入法这一部分呢，只有这个售电这个电网公司的部分，因为它是自然独占的部分。那最后一部分不，当然已经是所有的发电业都必须要缴交这个代数费用，不是只有绿电，所以您的这个条文跟我们的条文是完全一致的。那另外一部分 IPP 那个部分是因为牵涉到投资跟这个计算回收的部分，如果以三年来看的话，那它的投资计算会变得时间太短，那担心的是它利润反而更高。可是我们现在 IPP 几乎都是已经都设好了，那9家 IPP 公司都已经设好了。是，那新设的这个我们考虑的是新设部分，可能还是可能有新设的部分。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司进入这个电力市场、哦、所以那个部分是从这个架构上来考量的。那最后您提到那个能源，就是核能研究所如果进入经过组织改组之后进入经济部，跟台电在入法里面所说的电力研究所，它两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两者不会有叠床架屋的结构。好，谢谢陈曼立委员，谢谢部长，谢谢朱董事长。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今日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令定期继续审查。委员邱应莹、钟嘉宾、刘建国、高志鹏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至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与本会全体委员。本人议程处理到此，散会。